歡迎各位來到今晚的Blue Note 文化沙龍，今晚的主題是1964-30年。在我們今晚的正式的講座開始之前，我們先有請我們的大提琴家黃家輝先生和我們演奏一曲，以追思1964的所有的死難者。我請熄燈，大家保持安靜。
好，我哋多謝 David， 多謝家輝。我哋喺正式開始之前咧，我哋呢座有少少位嘅，咁出邊嘅朋友咧，請大家盡可能門口嘅朋友咧，盡量褪入嚟，好唔好啊？咁我哋可以等，因為出邊仲有好多朋友企喺外邊嘅，我哋盡可能，我哋盡可能逼少少褪入嚟，好唔好？安頓咗落嚟之後咧，我哋先以最熱烈嘅掌聲歡迎李柱銘先生。我講幾句開場白，跟住咧就俾Martin 做嚟分享。我諗真係眨眼30年啦嚇。我記得1964嘅時候，我係讀緊中四嚇。咁人生入邊咧，第一次去參與政治遊行啦。我相信在座好多朋友同我一樣咧，都係89嘅一代嚇，因為89係我哋嗰一代嘅政治啟蒙嚇。啱先阿家輝啫，拉大提琴手個家輝咧，我一揾佢幫手今日嘅時候，佢就搜佢電話號碼俾我睇。佢電話號碼最後嗰四個字咧就叫做8964嚇。咁所以我哋嗰個年代嘅人咧，係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作為彼此相認嘅記號嘅嚇。即係只要有可能咧，你嘅電話號碼我都可以話埋俾你知嚇。我嘅微信嘅帳號咧都係 PC 8964嚇。咁所以佢哋唔贊我唔封我號咧，都係比較奇怪嘅。所以其實八九係我相信我自己望翻轉頭，如果冇八九我應該唔會走我後來整個人生路或者其實我唔會成為今日嘅我嚇。我相信其實好多朋友經歷過八九嘅咧，應該都係有類似嘅經歷嚇。而眨眼30年就過去。咁我亦都當年年輕嘅我冇諗過香港人可以堅持30年，每一年都紀念六四，每一年都去維園。我諗呢個唔單止係香港人嘅驕傲，我諗喺人類歷史上邊啦，我亦都諗唔到其他嘅地方一個城市去紀念另一個城市發生嘅屠殺，而可以堅持30年。咁所以今晚其實我哋係的確係一個好獨特嘅場合咧，能夠我哋唔同嘅年紀、唔同背景嘅朋友
能夠聚集在這個咖啡館裡面，去大家一起去做一個八九六四的回顧、反思和分享。所以今晚是很難得的場合。也都我很感謝 Martin， 因為我想在座大家都不需要多介紹都知道李柱銘先生。李柱銘先生，我相信在今時今日的香港也都沒有什麼哪一個人是比他更加有資格去講這一段歷史。因為1989年的時候，其實他和司徒華先生本來是這個基本法草委，在89年之後呢就公開離開這個草委，然後成立這個支聯會。他和華叔一起，華叔是主席，他是副主席。然後在1991年的時候呢就創辦這個港同盟，然後正式開始了香港的民主之路。1991年的時候，港同盟是當時 Martin 是港同盟的主席，後來亦都是創辦了這個民主黨，成為這個民主黨的創黨主席。所以大家都知道李柱銘先生是當之無愧的，我們很多時候會說他是香港民主之父，我想這個是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稱呼。所以其實今晚我們能夠請到 Martin 來，即對我自己個人來說，坦白說也是利用這個機會是向李柱銘先生致以最高的敬意的，就是多謝他由1989年之後一直都在香港民主運動裡面一直堅持，同埋一直都係即係包括大家都知道，佢啱啱喺美國翻嚟，即係喺呢個送中呢個逃犯引渡條例入邊，佢亦都係即係80高齡咧，亦都係奔波頻撲咧，去美加咧去做好多嘅政治游說嘅工作啊。咁所以其實我哋的確係需要感謝佢啊。我講少少我同阿 Martin 嘅故仔嚇，即係除咗我即係當年喺即係好遠地見到佢喺個台上發言之後咧。其實有一件事可能他自己都不記得的，就1995年的時候，我當時是在讀中文大學的四年班，我當時是舉辦了在中大的烽火台舉辦了一場論壇，當時我請了四個人物的，一個就是自由黨的黨主席李鵬飛，民建聯的黨主席曾鈺成，當然就是有民主黨的黨主席李柱銘先生，還有一個大家可能估不到的，當時不是黨主席這個名嘴黃毓民。當時他們四個在烽火台進行了一場辯論，當時我起的題目呢是現在聽回下來都覺得挺難以想像的，就叫政治人物英舉的操守。當時那一場講座呢是由四點幾鐘一直傾到七點幾八點鐘，我想是大概有差不多一千個中大同學呢在烽火台呢是進行了一場很難忘的討論。所以其實我讀書的時候其實就已經認識 Martin， 亦都是當時已經很感謝他能夠來到中大。我沒想過過了差不多二十幾年之後，我們這麼榮幸能夠再次請到李柱銘先生來到今天來到這個文化沙龍，跟我們去分享他自己的對於八九的一些的回憶和一些的想法。OK， 那我們今天的程序很簡單，等一下 Martin 會先講大概一個鐘頭，然後我們有充足的時間大家自由討論。 OK， 我們一如以往跟我們這個文化沙龍的做法一樣。 OK， 我們再一次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Martin。 我的聲音是媽媽大而已，外面聽不到就唯有湧進來了。其實剛才你說過八九精神，我記得八九年六四之前那時候，大家已經是一放工就回家了，就看電視。初期呢天安門已經有大學生在這裡了，那我們初期的反應，即我的反應就是遲早捉他們而已，那就即沒什麼看的，想著很快就散了，點知唔散喎，一路落嚟都唔散，咁就開始大家就每晚翻屋企就睇電視啦。咁就聽聞咧係做夜市嗰啲人就好慘啦，因為冇生意啊，一放工就翻屋企嘅，一放工就翻屋企嘅啦，個個都係咁樣樣。咁我記得有一次我洗車喺中環，就見到有兩架車就梗係有少少撞，咁就有兩個人就喺度大家鬧交。咁我停咗個車，我埋去，我講一句説話，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咁佢兩個握手，咁就走啦。仲有咧，嗰時坐地鐵咧，係所有嘅人都喺佢哋黃線，唔過黃線嘅，冇一個人過黃線嘅，每一次都係咁嘅。因為不知不覺地咧，大家睇到咁嘅情況下咧，係大家都中意做一個好嘅市民。好奇怪嘅，唔使教嘅，教都教唔到嘅，啊！咁當然啦，後來近期咧呢、這個雨傘運動嘅時候咧，又有啲咁嘅精神嘅，啊！咁或者因為今日主題就六四，咁我就講翻六四嗰日啦，八九六四嗰日，嗰日咧我就瞓得晏一啲嘅，嗰陣時咧就有無線電話。不過叫做大哥大，即係仲高過呢、這個呢、這個嘅，真係掟死人嘅可以。咁嗰陣時咧，我屋企咧就仿嗰個電話線咧，我就熄咗佢，因為驚人吵醒我，就已經閂咗好耐嘅啦。咁就變咗咧，書房嗰就聽到。咁所以嗰晚啲人打電話嚟，支聯會係咁打電話嚟，我聽唔到嘅。八點鐘。咁我起身啦，咁就走去書房，依然電話響，我咪聽啦。原來知道咁大件事，知道六四晨早咧喺北京已經個大屠殺出現啦。咁佢就叫我哋即刻嚟開會。咁喺邊度開會呢？就喺馬會嗰度，因為我哋預先就唔知道佢會有咩事發生嘅六四。六四之前嗰兩個禮拜日咧，已經有兩個大遊行噶啦。第一個就5月21日，跟住就5月28日，都是禮拜日，跟住就六四了。5月21日嗰個呢，就因為5月19日好夜嘅時候呢，李鵬呢就宣布戒嚴，由嗰陣時引起嘅。咁跟住嗰日禮拜六就5月20日，就係8日風球。咁嗰陣時咧，就支聯會話要遊行，因為戒嚴。咁我就即刻打電話去，我先打電話去天文台問下個風係咪嚟噶？佢一定嚟。5點鐘到係吹正香港，又唔係正曬就9日、10日噶啦。咁我就打電話支聯會，我話不如取消咗佢啦。我話你帶曬啲人上街，如果嗰啲招牌跌落嚟砸死人，我哋點負責呢？咁。咁後來佢哋話唔得噶，你唔開，我哋唔繼續咧就仲弊。如果我哋繼續，起碼啲人就同埋一齊，唔會四圍咁衝，四圍咁撞。如果唔係啲人，我哋唔搞，啲人都衝出街噶啦，咁咪仲亂。咁我諗過都係啦，咁。咁你因為知道大雨啦，有大風啦，我又有準備嘅。我條底褲咧係游水褲嚟嘅，我已經預備濕曬噶啦。咁就有件。即係嗰啲膠嘅雨褸咁咧，即係白色嗰啲啦，但係嗰啲好焗嘅。咁我臨去之前咧，就收到個電話，一個中大嘅女學生打俾我，我唔識佢嘅。佢你晏晝去唔去啊？我梗係去啦。咁佢話我唔嚟得，因為我阿嫲咧就鎖住喺間屋裏邊，唔俾我出門口。有幾個同學喺我屋企，我哋寫咗個橫額㗎啦。咁但係咧，阿嫲話因為打風鎖住道門唔俾我嚟。佢話你可唔可以將我哋寫咗幾個字啊喺個大會度講出嚟？我睇你寫咩得㗎？咁佢話啊，今天北京，明天香港。我得，我可以同你講。咁跟住就去啦。去到咧係維園嗰度開始嘅。去到嗰度咧，我哋有個台仔，嗰啲雨已經咧係。嗰啲水浸到差唔多膝頭哥咁高嘅，咁所以華叔咧就上台講咗幾句嘢咧，就帶我哋走啦，就去新華社啦。去到新華社門口，咁咧就張文光就拿住個麥就做 MC， 咁就話而家大家坐喺地下啦咁。咁新華社門口咧就斜路嚟嘅，咁咧坐喺地下咧，啲水就流入你個背脊度噶啦。咁啲人坐曬，冇乜聲就坐曬喺度啦。咁因為佢好大雨同埋大風，我哋咧要
大家咁樣箍住嘅喺個台度啊。跟住張文光就話：你哋閂埋把遮，因為你啲遮遮住後邊啲人。咁我就諗下，你冇理由咁離譜嘅，遮都唔俾人。我就想攞佢個麥，即係話唔好啦。點知我都未拿到個麥，啲遮已經唔見曬啦。即係啲人係咁聽話嘅。咁跟住嗰晚咧，大概有50,000人。咁嘅情況下都有50,000人。咁完咗咧，咁大家就估啦。跟住就即係5月21號禮拜日，我哋又大遊行啦。有幾多人咧？咁又估都估唔到，原來100,000。去到尾咧，喺中環嗰度咧有個台，我哋喺有個台喺度。咁我喺台上咧向啲人入手，因為佢哋經過我哋嘅咧就散噶啦。逢係去到中環經過我哋就散噶。咁啊個個都拜拜咯。咁隻手好攰啊，要用換第二隻，第二隻又攰啊，用翻換翻嗰隻。個身體咧就好想佢哋快啲完，但係個心咧就想佢哋繼續嚟。咁知道好多人噶嘛。咁跟住28號嗰新地咧，就民主歌聲顯中華。咁就所有啲明星啊、歌聲全部嚟曬，全部梗係免費啦。咁就一晚都籌咗應該1,200,000到啦。啊，咁就有個太太咧，佢就喺觀塘嗰頭嘅黃大仙嘅地鐵站出邊，就寫住即係籌款俾學生。就咁就寫張張紙喺度，咁跟住攞呢錢嚟10多萬，佢話我冇數啊，不過要交俾我哋，咁數過原來10多萬，好容易籌款嘅。而且嗰個期間唔係淨係支聯會搞啲遊行咁多人嘅，有時啲學生搞，有時第啲人搞，啲團體宗教團體都幾十萬嘅，每次都幾十萬嘅，係咁多人嘅。咁跟住6.4嗰日咧，就大家唔知道發生咩事。今日先同馬會講好，就借佢個馬會馬場，即係跑馬地嗰、那個那個大銀幕，就同亞視同 TVB 講好，佢哋求其有新聞咧，北京嘅新聞咧，就即時俾我哋，就算佢出街唔出街都俾咗我哋先。咁佢哋應承咗嘅。咁所以我哋大家就預備喺跑馬地嗰度。咁原來發生屠殺，咁所以佢哋就叫我即刻去馬會。咁馬會個公眾席嗰度咧，就喺度開會。咁我一去到，佢話嗱，已經咧，華叔就叫咗阿石，即係劉千石去買棺材。我買棺材做咩事咧？佢話我哋一陣咧散會嘅時候咧，就抬住個棺材喺頭，然後就散會啦，就帶啲人走啦。咁我好危險嘅喎，我啲人已經咁激動嘅時候，你拿住個棺材，咁啊更加嬲。咁啊大家討論啦。討論了很久，後來華叔就好了，不要棺材帶頭，就將棺材放在新華社門口了。那我更大鑊，新華社的大門是玻璃門來的，即不是說很厲害的玻璃門，普通玻璃門，我是人都鞋都除了釘它了，那釘爛了怎麼辦呢？我釘爛了那些人衝進去了，那怎麼搞呢？那又談了一輪，都知華叔說好了，叫阿石不要買棺材了，取消了。那次進去呢，就發現呢是查良镛和鄺廣傑是主教，基督教的主教已經辭職了，他兩個自動辭職不做草委了。那我跟華叔又怎麼搞呢？那我就說鄧李陽還未落台，我們就不會回去開會，就用這個。咁仲有一位草委呢，是黃麗松校長，是香港大學的校長，就打電話給我。他說嗱，他有兩個辭職了，你兩個又說不回去了，我都想辭職。他說 Martin， 我想跟你傾下，你想我怎樣？我說我想你繼續去，我怎都有個人看著，看埋個開埋尾尾嗰啲會先得㗎。咁黃麗松就話好，既然你不想我辭職，那我就繼續下去了。那後來他們做到事的，或者我跳一跳講這裡先。因為去到12月的時候呢，就繼續要草委繼續開會了。
諮詢委員會咧就已經停止曬工作啦。嗰時梁振英咧係三十幾歲咋，就已經做咗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嘅秘書長。所以如果佢唔係共產黨員，點會做到咁高啊？三十幾歲係咪？所以我好肯定佢係共產黨員嚟嘅。咁佢就話：我以前唔係，而家唔係，將來都唔係，點會啊？你點信佢啊？咁所以咧，佢就宣布，因為六四，佢宣布支聯會停止工作，暫停。咁所以咧就冇諮詢嘅工作做啦，草委都停曬噶啦。但去到十二月咧，佢就叫我哋翻去重開，因為鄧小平一早話咗起草基本法就用五年，咁已經就嚟五年啦。基本法係八五年開始嘅，七月，咁就嚟完啦。咁所以就叫我哋翻去啦，係咁樣。咁所以校長咧就繼續翻去，但佢哋做到好事，起碼咧佢哋。香港本來23個草委，內地有36個，加上59個，59歲我當時說不夠咯，59就不夠咯，但他說位置是這麼多了，23個死了一個，剩下22個，有兩個辭職，我和華叔又不去，剩下18個香港草委，有11個，即是大多數了，有11個聯名寫封信給領導人，就叫他們加速民主步伐和取消分組點票，這個是歷史來的，就是這11個呢，因為華叔和我就敢說話而已，其他人不是怎敢說話的，他們都可以聯名寫一封這樣的信，那後來的民主步伐真的加快了的，加快了一屆的，當然還是不夠，現在沒有了，但是他即是他剩下那十八個人之中有11個咧，係肯聯名寫呢封信，我哋覺得係好難得，好難得。你睇下而家啲保皇黨，你而家啲保皇黨揾唔揾到多數出嚟？而嗰啲係草委，個個都係，除咗我同我叔，即係個個都好保守嘅，係佢揀噶嘛，個個人都佢哋揀噶嘛。咁好啦，咁講翻嗰日啦，去到六四，知道。是殺了人了，那我們就很害怕呢，群眾就會控制不到情緒，所以呢就在台上喇喇聲講完嘢呢就走了，就帶隊出去中環，那就在中環就解散，那樣樣那都沒事發生，但是六四這件事變了就沒法子忘記的，我們參加過啲遊行嗰啲人，所以你想忘記都唔能夠忘記，你自己參與過啊嘛。咁啲人就話啦：，咁六四會唔會平反呢？我就話一定會平反。其實好多國家都有呢啲咁嘅屠殺，係咪？而終須咧都係一定要平反嘅。終須咧都有領導人咧。是為那些前輩認錯的，到他認錯的時候其實不關他事的，不過他都要代表政府認錯的，所以我覺得是30年不認錯不可能，永遠都不認錯的，只要我們繼續爭取就可以了，民主一樣，這麼久都爭取都不爭取不到民主，那怎麼辦？我們最不喜歡人家叫我做民主之父的，因為個倍數唔夠高啊！我曾經做阿伯，你叫我民主阿伯或者維園阿伯，咪得咯？我有資格做阿伯啊，係咪？咁以後就唔好叫我民主之父，因為一有個民主之父咧，就個個人唔使我啦，有個民主之父啦，係咪？我生個民主之子出嚟咪搞掂咯，係咪？咁所以就唔得嘅，所以一定唔可以有民主之父嘅，個個都要努力，但係就千祈唔需要，千祈唔可以氣餒。只要我們可以爭取那一天，我們就有成功的希望，你一放棄就沒有了，是這麼簡單而已，所以我們這些呢是不可以放棄的。後來我就記得過了沒多久，那就白色恐怖了，
秋后算账啊！嗰阵时咧，佢就每日咧就宣公布，北京公布话咧，琴日咧就处决咗咧几多个民运分子啦咁。每日宣布出嚟嘅，咁我哋觉得话咁唔掂，咁点搞呢？咁咁啱啱嗰阵时咧，美国个国会咧就有一个人权委员会就开会。开听证会就关于六四嘅，咁啊打个电话嚟邀请我过去，咁我就好弊，因为我打紧一件案，一件谋杀案，好多个被告嘅，咁我唔走得噶嘛，咁佢礼拜五九点钟喺国会度开会，咁我点去得呢？咁我就问个主控官系西人嚟嘅，我嗱我收到呢个邀请。佢哋去啦，佢話：佢哋去。佢話嗱，我可以幫你噶嘛？佢話我決定叫咩證人噶嘛？嗱，你走咗，咁所有關於你嗰個客户呢、這個被告人嗰啲控方證人，我咪唔叫咯，我咪叫其他嗰啲先咯。其他啲喺度繼續打啊嘛，你咪走咯咁。咁終須咧，我哋兩個入去咧，就同埋其他大律師見個法官，法官又 OK， 你走啦咁。咁啊，禮拜四打完件案，禮拜四晚就坐飛機，咁啊去到紐約，因為時差，又係禮拜四晚就去到紐約啦。咁咧就佢哋就即刻車咗我去嗰啲華人嘅社會度，就同佢哋傾，即係香港而家點睇六四呢件事。咁啊傾到好夜，翻到酒店仲有好多電話回，我嗰陣時一支公去嘅，冇人同我一齊嘅，一個人又冇秘書，乜都冇。咁咪電話要回咯，回到朝頭早三點鐘，咁然後搞掂曬啦，咁就瞓覺。第二朝早九點鐘就去到個議會嗰度俾證供啦。咁我點講呢？因為嗰啲白色恐怖，我一定要停噶嘛。所以我就同美國議會啲人講：我相信你哋咧都好多人咧係有啲子女咧係讀緊大學嘅。我嗱而家咧。國內嗰啲大學好多大學嘅大學生咧，而家唔知去咗邊，散曬啦，有啲死咗啦，有啲走咗啦，有啲匿埋咗都唔知去邊。我話你哋而家你如果預備做出一個政策，點樣處理呢件事？我唔該你諗埋呢一班大學生同埋佢哋嘅父母。咁嗰陣時咧。我是叫他们是经济制裁中国的，因为他是这样杀人，我直至到他们停止杀人，那你这个经济制裁可以停了。那时有报道的，但没有人骂我的，回来香港，因为个个心里面都觉得应该做。那呢，我给完口供之后呢，跟着有很多场合了，有啲啊電視，有啲啊記者，有啲到到夜晚咧就大學啦。喺東岸好多個大學咧一齊就揾我演講。咁我十點鐘嗰檔嘢 ，maybe 嗰檔十點鐘，講到夜晚十二點，我仲企喺度答緊題目，瞓著咗。我拿住個麥喺度，前頭有個架嘅，有個咁樣嘅。佢問下，我瞓著咗。但我一醒翻咧，佢仲 maybe 嗰幾個字我聽到。咁我就繼續答到佢啦。完咗之後翻到酒店，又係要好多電話要回，又係到朝頭早三點鐘先可以瞓覺。跟住朝頭早七點鐘見記者食早餐，跟住上機翻嚟香港。翻嚟香港咧又有遊行，嗰、那個禮拜日嚟嘅。咁咧嗰時喺啟德機場，我太太接咗我咧，就飛車去跑馬地去新。去新華社門口，就嗰個遊行就去新華社門口就結束。咁我已經又搏到啦，去到翻嗰度啦。所以嗰陣時係好忙嘅。仲有一個插曲可以講嘅，就係個屠殺之後，我就收到個電話，就啲記者打俾我嘅。佢話：我哋而家好多記者仲喺北京，而家需要架飛機飛翻佢哋嚟翻香港。你可唔可以幫手？咁我點幫呢？
咁咧，首先咧就我就揾一個航空公司，港龍。港龍個老細咧就包玉剛有份嘅，佢係老細。其中一個女婿咧係澳國人，係 Helmut Suman， 又係立法局嘅議員，委任議員。咁佢同我嘅政治立場梗係唔同啦，佢係保守嘅，但呢個人係公正嘅。咁嗰晚十一點鐘咧，夜晚我就打電話俾佢，我話我可以幫幫手嘅咩？點樣幫手？我要個飛機。咁佢話而家夜啦，搞唔掂。佢話你聽朝七點鐘打俾我啦咁。咪第二朝七點鐘打俾佢咯，佢寫字樓啦，接我電話啦，佢得可以。佢話你幾時要？我唔知嘅喎，我哋同啲記者又 contact 唔到，我點知幾時咧？十二點啊？我唔知啊。兩點啊？我唔知啊。佢咁啦，你起碼俾兩個鐘頭我通知我。我點解要俾兩個鐘頭通知你咧？佢話我要飛嘅飛機上去噶嘛。我跟住問佢：喂，幾多錢啊哥？我話如果政府唔出，要我揞嘅喎，我唔知我幾多有冇幾多錢喎。佢話：嗱，我完全斗領都唔賺你，斗領都唔賺你啊！淨係我哋要嗰啲費出用幾多就幾多。佢十幾萬港紙啊，咁十幾萬港紙好容易啫。咁好啦，咁佢應承咯喎。好啦，翻返立法會繼續開會，咁啊講呢件事出嚟啊。點知咧啲議員咁都有爭拗喎，有啲話不如英航啦，不如國泰啦咁喎，咁又我費鬼事睬佢哋，我走出嚟就揾阿 David Ford， 嗰陣時 David Ford 咧就係政務就保證司司長，阿霍德就去咗開會，佢個秘書咧就蘇格蘭人嚟嘅女秘書，佢問我咩事，我話俾佢聽，唔使理，得啦，我搞掂。佢話一定係港龍噶啦，係咪？同埋政府俾錢咁，就咁噶啦，係咪？係好容易噶啊！咁其實嗰陣時英國政府咧都係合作嘅。嗱，譬如我哋支聯會，因為知道咧係要籌款啊嘛。我頭先講翻轉頭，因為係五月二十八號嗰個民主歌星鄭中環嗰條咧。我哋諗住會籌款，咁你點呢？你又唔係註冊公司，嗰筆錢點樣理呢？所以我哋就要幾日內呢，就要組織一個註冊公司出嚟啦。咁就要嗱嗱聲就做啦。咁而政府嗰啲處理嗰啲人呢，係同我哋好合作嘅，因為佢都想我哋快快脆脆登記到嗰間公司啊嘛。咁佢睇到我哋嗰啲章程，佢就教埋我哋點樣改。嗱，咁改就得噶，咁後來就好快脆就通過啦。因為大家個心度係一致嘅。嗰陣時我哋遊行咧，左中右都一齊行嘅。民建聯嗰啲咧，我哋都侵埋佢。一開始咧，我哋就支聯會就第一排，佢哋就第二排，但行下行係一齊噶啦，根本完全冇分嘅。譬如我記得程介南嗰啲咧，根本係支聯會個常委嘅人嚟嘅，啊，咁後來就一個一個褪啦，梗係啦，咁呢啲咧都冇法子噶啦，政治就係咁樣噶啦 ，OK。咁你而家過咗咁多年，我都仲記得呢啲事，好多人咧唔同嘅崗位都出過嚟。文匯報嗰陣時都好用噶，好用噶，啊！大家都係左中右都企埋一齊，其實根本就六八九咧都登過幾次報紙噶，啊！即係譴責佢哋用武力噶，啊！李嘉誠又登過報紙噶，啊！支聯會就有曬記錄噶啦，佢出埋一本書添，而家仲。但喺呢個六四呢件事同埋民主路呢度，我哋點樣睇有啲人而家離開曬，
跟我们对着干，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些人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用理解这个看法，即是他根本就是左派，在那件事他认为他们做得很错，而且他们心目中可能跟我们一样以为会成功的，后来买错边，他们归回队。我们应不应该谴责他们呢？我觉得很难。好了，有些直情我们民主派的如果走了过去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值得谴责呢？我觉得我都不想，起码他们都跟我们走过一段民主路，是不是？民主路就是这样的，有些很迟才参加的，譬如年轻人他们很迟才参加的，有些一早入了来的现在调转了离开了，那需不需要谴责他们呢？我觉得不需要，大方一点，起码他都走过跟我们走过一起、啊、但是年轻那代呢就很重要的，他们八九六四的时候都未出世，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他们都来听，都很明显他们是想知道，那这件事事实上是杀人的嘛。六四，如果你广东人知道六死啊，六死坦克车六死人嘛，是真的有的嘛。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他们是说没有的，坦克车没有六死人。我去到国会那里，美国国会他有些相一幅幅相粘在那里，直情坦克车压烂了那些单车，还有很多血在旁边的，那这些就是证据咯，其实是有的。大家都记得那幅相，一个人站在一个坦克车面前。现在美国国会的众议会那个 speaker， 即是议会的 speaker Nancy Pelosi， 她很多六四之后很多年，她的写字楼出面，即是很多人去的地方，一幅大墙就是这幅画，就是这幅相，很大的，就是这个人站在一个坦克车面前的幅，摆了很多年。所以这些东西是深刻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上，就算外国人他们都有这样看。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是一定，我们是有责任一路这样是延续下去。我记得回归之前，中国一个处理外交的钱其琛，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九七之后香港就不应该有维园六四这些晚会了，结果不是 每年都有，他都没有禁止，特区政府也没有尝试过禁止，只是董建华就成日跟华叔说要放低你的包袱，六四的包袱，就想我们结束支联会。但是其实这个包袱是谁的包袱呢？是他们的包袱嘛，是中央领导人的包袱，他们应该放低这个包袱，那中国就可以向前了。现在搞得这么曳，就是他们不肯面对历史，还有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已经是背离了邓小平那时候定下来的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是什么呢？就是一国两制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咯。我们那时候是支持这个一国两制的，1984年联合声明是9月26号草签的，那时候未人草签，是颁布出来，是84年12月19号在北京草签的。
我那時候也有份在北京的，那時候在香港有101個人，不知道為什麼那麼有趣，101個人去看他們草簽的。那就因為這是84年，我還未入草會的，草委的，85年才入的。那那時候呢是有一個文件，後來呢30年後我才見到，因為你知道英國政府的秘密文件是保密30年的。那這個84年12月19日一個記錄，一個會議記錄，就30年後2014年12月才頒布出來，這裡很值得大家聽一聽的。鄧小平和戴卓爾夫人，因為他們那天就草簽，所以就有一個會，當然雙方都一團人跟著的，就列出來的，列席的什麼人什麼人什麼人。就戴卓爾夫人就說，跟鄧小平說，他說我相信這個一國兩制呢是會成功的，就是說一些客氣說話啦。鄧小平是怎麼說呢？因為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50年不變的嘛，為什麼50年呢？那時候我仔問我，我仔很小的，那個老豆，他叫我老豆的，老豆為什麼50年啊？他是81年出生的，為什麼50年啊？他說你就夠了，我不夠啊，我看不到2047的啊，為什麼50年呢？我不知道。在那個會議記錄呢就看到了，因為我一直不知道，再遲些我做了草委了，去到1987年4月16日呢，我們在開會，突然間呢就停止，就說領導人想見你們，那就停了，那就找車載我們去另外一個人民大會堂另外一個一邊，由一邊去一邊是不可以走過去的。我想著同一個大座的樓宇為什麼不可以這樣走過去呢？不行的，他們出回來然後坐車去那邊，所以中間當然有些秘密隧道的，不知道什麼來的。去到那裡呢，鄧小平就說了一句說話，我當時更加不明白，他說如果50年不夠就給多你們50年。我真的不明白，首先50年我已經不明白了，現在不夠給多你50年，那就比較100年。那出來香港記者就問我了， 你怎麼看啊大狀？我說當然領導人昨晚睡得好啦，今天心情好，今天心情靚，不夠50年，不夠給多你50年。我現在擔心，有一晚如果睡得不好那怎麼辦啊？50年使不使那麼多，30年算了，我不是大鑊。後來呢我就嘗試想想為什麼50年不夠再給50年。我就看回頭，這個所謂一國兩制何時拋出來的呢？就是1982年開始都有講過，那時候我上去北京就講過，怎樣講的呢？他就說只是換兩樣東西，即是主權就要收回了，只是換兩樣東西，換個國旗，換個港督，其他什麼都不變的。那時候沒有限期，不是一國兩制，什麼都不變，即是你那時候英國人怎樣管治香港的情況就繼續下去，永遠繼續下去了，是換了個港督，那變成行政長官，換個國旗，中國旗換了 英國旗換中國旗，是這麼多而已。後來才再講這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即是又變成其實曳了的了，是吧？因為以前還好。那為什麼50年？那我就看回頭，其實1980年的時候，我已經看到呢中國已經開始開放中國了，給一些外資入來，外國人入來投資了。那我看回頭，我就覺得當然是鄧小平呢矮仔多計嘛，那他當然看到呢香港正喎，一個中國人的社會是資本主義的，但有安定有繁榮，他們只是說安定繁榮而已，馬照跑，舞照跳，其實我覺得很侮辱性的，
即係佢以為我哋香港人，即係香港男人咧嚇，係中意跑馬、中意跳舞嘅啫嚇，即係冇聽啦，係咪？咁我覺得好侮辱性嘅，但係佢就咁樣睇嘅，安定繁榮，咁就五十年不變。所以我後來佢就諗，即係五十年唔夠，俾多五十年之後，我都化咗幾年，我以為自己諗通咗啦，就點咧？我覺得呢個一國兩制唔係淨係為香港、澳門，甚至台灣嘅。我覺得係為全個中國嘅。佢嗰陣時咧，我諗住咧，鄧小平已經唔想繼續跟蘇聯行呢個社會主義嘅啦，制度嘅啦。嗱，後來佢真係冇跟佢行喎。咁佢我諗咧，佢就睇中香港資本主義，但係最成功嘅地方。又是將來會中國收回我的希望，是不是有安定的繁榮，有自由，有法治，沒有民主，但是民主的配套呢有齊的。那我相信他就覺得呢，將來中國都應該走這條路，香港呢就幫中國改進他們的很多制度，是不是那個嗰陣時嗰四個modernization program 點樣講啊？四個現代化靠香港嘅，係咪？即係佢想香港好似火車頭咁拉住佢哋上。咁佢咧就希望五十年咧就追到香港啦，同我哋看平啦，咁咪銜接咯。所以佢嗰次1984年12月19日同戴翠夫人點樣講咧？他說我的日本朋友問我們為什麼五十年，中國人說話好，日本朋友問我們，他乘機到這個就告訴戴翠夫人聽了，我就說呢，為什麼五十年呢？他因為我們需要五十年，我們需要五十年呢，讓我們的經濟可以發展，所以你不用擔心，這五十年我們一定不會改變的。咁跟住話，五十年後係點咧？佢哋更加唔需要擔心，因為五十年後咧，我哋嘅經濟咧應該向應該同世界嗰啲經濟好嘅國家應該看齊噶啦。我哋要互相依靠噶啦，所以你更加唔使擔心。嗱，佢係咁寫嘅 ，OK， 寫落嚟。點解五十年唔夠再俾五十年咧？即是如果五十年之後中國都仲未上到個香港的水平，與其掹我哋落嚟銜接咧，就不如俾多你五十年，我哋慢慢就再追上嚟。我好肯定佢係咁諗嘅。咁佢根本就唔想共產主義噶啦。而家中國冇曬啦，邊有共產主義啫？就我話矮仔多計點咧？佢提都唔提資本主義。佢淨係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咁呢個中國特色就好犀利啦，乜都得噶啦。可惜而家咧，佢哋用得唔好啦。即係逢有中國特色嘅，即係唔係啦，係咪？如果你同老婆講啊，有中國特色嘅愛情，你老婆就冚你兩巴啦，即刻，即係唔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嗰陣時候，所以你睇鄧小平。那個基本方針政策其實就是這樣，所以香港是殖民地的時候享有我們的核心價值，他們想全部保存不變，所以要我們五十年不變。他怕變成都壞，即鄧小平他看共產黨看得很通的，他們千萬不要變，一變就只有衰，就不會好的，所以五十年不變。那時候我說為什麼不可以變好呢？他說不要搞了，不需要變好，起碼你不要變壞，所以他是這樣想的。那五十年不夠，給多五十年。好了，現在幾點啊？現在你有一個鐘頭，還有幾耐啊？你想說講多十分鐘好不好？因為而家咧又要講翻送終啦嘛，係咪？咁送終咧，點解咁我哋咁反對呢？其
實是很嚴重的一件事。那么多年来香港都是一个安全的港口，就是呢你大陆发生什么事呢，香港不会被它影响到的，是不是？那譬如你在大陆做生意，做生意在大陆做生意，你不给黑钱你怎么做啊？有哪一个香港的商人在大陆做生意是没给过黑钱的？就算他不是亲手给，起码那些公司有人给啊。所以现在工商界都知道的、他都说个个都有给的嘛，个个都犯过贪污条例的那些 案件的嘛，个个都。那你现在拉过回去，咪个个都可以有罪，是不是？但以前是没有的嘛。那以前为什么没有呢？就很奇怪的。我起草基本法的时候呢，就因为两个地方的制度法制不同，我们是用了五个人所谓法律专家是研究这件事。香港呢就廖瑶珠、谭慧珠和我三个措委，内地呢就是吴建凡和另外一个应该是黄铁崖，他们都是法律的，在外国读法律的。我们五个人在深圳开了两日会，民事的方面呢，就是如果打官司赢了，譬如香港人在大陆打官司赢了，但是大陆公司没钱，但是他香港公司有钱，那可不可以在香港公司香港那里卖回他的东西， 卖地来填回一笔债呢？行不行呢？调转都是的、那很快就搞定了，没事，应该得，那就决定了。好了，移交的犯人是怎样呢？我们经过了的了，但是大家都觉得不应该落实，原则就大家同意了，在哪里犯法就应该在哪里审，这些大原则即是国家和国家的引渡条例，那些大原则全部同意了。那我说好不好写到基本法上，他们都不想写下去，所以到现在基本法都没有的，就是觉得呢，如果你写下去就是大件事，因为他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啊。那我们就不想呢就将香港人虽然在大陆犯了法，而将他交回给大陆的法庭审，还有大家是不信他的嘛，他可以屈你的嘛，是不是？什么罪？所以他们现在的工商界很戆居的，头头说哎，我们工商界我们犯的罪好，他立刻剔除九条，立刻说喂，立法怎么立得这么儿戏的，是不是？人家说 不好，他就在九条罪不算了，拔起他了。那你贪污那条没拔起嘛，你实死的，是不是？那这里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喜欢他呢？就是当逢是一个任何人在香港，现在不是只是我们在香港住的那些，外国人在香港住或者在香港做生意的，甚至游客来香港游客的，啫，你只脚一踏入嚟香港，譬如个飞机因为天气唔好，本来去台湾嘅，夹翻嚟香港，哎，佢都可以捉你噶，啊，咁啊可以将你引导去大陆审噶咯。咁你知道大陆呢，佢哋好灵活噶，佢唔系话真系你犯嗰条罪，佢就告你呢条罪，佢可以作一条出嚟噶嘛，系咪？咁而家呢，又啲人又话假，因为反对政府啊，好啦，我就系你哋啦。咁咧，嗰啲刑期本來就三年就得噶啦，即係如果啲刑期太細嘅，譬如你偷粒花生咁，唔通都引渡咩？咁所以呢個刑期咧係三年以上嘅至會引渡嘅，啊，咁啲細嘅嘢唔會引渡嘅。咁而家佢哋三年太容易啦，整到七年好唔好？甚至有啲係十年，政府而家預備改噶，佢即係表示有誠意啊，啊，咁其實你諗一諗，其實好戇居噶嘛，嗱。工商界的啲朋友，佢哋谂住自己做咗贪污噶嘛，系咪？犯咗法啊嘛。好啦，三年以下嗰啲，而家就唔拉啦，唔可以引渡嘅，起码七年。咁佢横掂佢都系屈你噶啦嘛，佢咪揾条严重嘅屈你咯，咪仲死？三年咧，佢揾条三年嘅屈你，你咪坐三年咪走咯，系咪？
你而家話七年或十年喎，嗰班友都冇腦嘅，係咪？政府梗係肯啦，係啦。咁所以咧，嗱個問題喺邊度咧？當我哋香港唔能夠保障任何嚟香港做生意或者做遊客嘅人嘅人身安全，咁香港仲點有安定呢？嗱，鄧小平最緊要安定就冇咗噶啦，冇安定係點繁榮呢？我哋一個國際城市係咪？國際嘅都會冇安定，又冇埋繁榮，咁咪一國兩制要嚟做咩？鄧小平要嗰一國兩制就最緊要就安定繁榮，係咪？而家我哋阿林鄭咁搞呢單嘢，係令到香港連安定繁榮都冇埋嘅喎，咁咪仲搞？咁所以我哋係咪要八九六四嘅精神要擺落去六月九號嗰個呢？啊，有個六有個九，八九六四，而家就六月九號嗰個大遊行，我哋點可以唔去呢？好啦，嗱，講到呢度，由六四講到送終都講埋啦，多謝大家。OK， 好多謝 Martin 啊，咁啊一口氣講咗一個鐘，又同我哋講咗好多嘅故仔，同埋入邊有好多好重要嘅 message。我哋等陣會開放討論嘅，但我喺開始之前，我想問兩個問題先嚇。OK， 第一個問題，我想聽下你講下你同華叔嘅，可唔可以講下你同華叔幾十年嘅友誼？啊，即係尤其你哋由呢個八十年代草委到支聯會到民主黨，啊，即係其實你哋嘅合作或者你哋嘅交流。嗱，我同華叔咧，其實佢就話識咗我相當耐，但我就唔記得咗，因為咧佢咧係我爹哋教佢嘅，佢官立民商嘅時候，我爹哋教，咁佢就係我爹哋嘅學生嚟嘅。咁佢咧就呢班學生好好嘅，好錫我爹哋噶。離開咗之後咧，每年即係舊歷年，咁就嚟拜年，咁啊同我爹哋出去食飯咁樣嘅。咁我記得頭一次同華叔一齊咧，就係101個人請我哋去北京嗰次啊，睇佢草簽聯合聲明嗰次。咁跟住就大家都做咗草委啦，咁變咗就最親密嘅戰友啦。草委，我同華叔，因為係我哋兩個人敢講嘢嘅啫，啊，真係講嘢就我哋兩個嘅啫，其他唔敢嘅。有時託我講嘅，好奇怪噶，啊，譬如明明新聞界嘅應該講句嘢，為你馬丁你講埋佢啦咁，啊，宗教又係我講，我又得又講埋佢啦咁，啊，咁就因為華叔啲中文係叻啊嘛，我啲中文渣啊嘛，咁咪問華叔咯，啊，同埋佢對共產黨嘅認識又熟啊嘛。咁所以草委嗰度咧，華叔就係我個阿哥嚟噶啦。咁後來又大家都入咗立法局噶嘛，佢係教育界嘅，我係法律界嘅，功能組別入噶嘛。咁所以係最親密嘅戰友嚟嘅。華叔即係我大佬，我以為即係我當我大佬嘅，咩唔掂就揾佢噶啦。啊，咁咧就講啲講笑嘢得唔得噶？有啲唔係一啲不雅嘅嘢講唔講得噶？因為有一次咧，我同華叔就同埋鄭家富就去美加就籌款啊，啊為民主黨籌款。咁嗰次咧就好逼嘅，嗰邊啲朋友多，咁就去佢哋屋企瞓嘅咋，慳翻啲 hotel 錢啊。啊，咁就華叔咧就寫啲字畫靚啊嘛，寫字，咁佢寫咗好多字畫，就要俾佢拍賣揾錢。咁啊，鄭家富係最年輕。咁佢捲埋佢就托住噶啦，啊！咁去邊度佢都托住噶啦。咁我哋就叫做嗰度就叫做華叔碌嘢啦。咁咧，華叔咧就一路食煙噶嘛，大家知道佢。咁後來佢因為病啊，有一次就醫生要佢戒煙，咁佢就戒。
但我就覺得他是沒有戒不到什麼的，就是他偷食的。因為民主黨開會呢，有時候開到那麼上下，他就突然間不見了他。咁我有一次唔覺意，我又去廁所就聞到煙味啦。咁我哋去美加咧，佢有個袋嘅，即係成日孭住。咁老人膠小孭住個袋噶嘛，佢好鬼緊張嘅。咁我唔知個袋裏面咩嘢啦。但係如果冇煙仔咧，我就乜都可以肯定輸。咁有一次就華叔就好緊張，唔見咗個袋。咁就我哋就停曬，四圍同華叔揾咗個袋。咁後揾到之後，到後來佢到死咗，我都唔知道個袋裏面擺乜嘢嘢。不過肯定係有煙仔。咁有一次咧，我哋就因為時間緊迫啊，唔夠瞓噶，去人屋企瞓。佢有一個次去到瞓廳，咁就我就教鐘教鬧鐘起身，一起身就趕住坐飛機噶啦，又飛去第二度。砰一聲起咗身，跟住就華叔著緊褲，我突然間一睇。我唔記得教錶啊！原來嗰去到 Chicago 唔知邊度咧，係慢咗個鐘噶。我唔記得教慢個鐘，咪早咗一個鐘嚟起身咯。咁我一話：哎呀，早咗個鐘頭啊！咁咯，我睇表，大家係喎，華叔即刻除翻條褲就瞓啦，就繼續瞓緊覺啦。咁我哋好得意噶，咁咪輪流上去講嘢咯，三個。我一上去講嗰時候咧，我就發現第一個兩個就瞓緊覺噶啦。我講嘢一落嚟咧，就我瞓覺啦，佢哋喺上邊又講嘢噶啦。咁所以就係。好夾嘅，亦籌到好多款，就全靠啊鄭家富就托住華叔碌嘢，四圍走浮。我問多一個問題，關於支聯會啊，即支聯會三十年啦，我諗一路，我可以想像中方或者唔同嘅勢力一定係好唔想支聯會繼續噶，因為成為一個即係我諗係佢哋嘅最大嘅一根刺啦。即係喺呢個咁多年嘅過程入邊嘅支聯會，會有冇面對一啲好大嘅危機，或者係即係受到啲好大嘅壓力？嗱，我又唔知喎，因為咧，我做咗一年副主席咧，就佢哋就叫我咧，支聯會嘅常委同埋民主黨嘅常委都叫我唔好做副主席啦，專心做港同盟嘅主席。後嚟就做民主黨嘅主席。咁再過一年咧，就常委都。副主席不做，常委都叫我不做了，所以變成我就沒有開會的，所以支聯會那些有什麼壓力那些我就 不多知道了。但我知道呢，是譬如回歸的時候呢，是他們擔心就黃雀行動，即會不會有事呢，所以就 我知道這件事的，就所以朱穆呢就係、是、去咗美國避咗一年嘅，啊咁冇嘢啦，咁就翻翻嚟嘅。咁就同埋因為屠殺之後六四八九民運之後，就有啲人咧就用偷渡運嚟香港，跟住就送出去外國。咁呢度有麻煩嘅，點樣做咧？咁就要咧係外國。政府幫手就得，咁佢哋就叫咗我負責揾個領事館，睇下邊個國家可以收留呢啲人。咁就我就第一個就揾美國，點知咧嗰個人見我個人咧就話好，不淨係要收啲知名度大嗰啲，即係黃丹啊、吳爾開嗰啲啊，其他就唔肯啦。咁所以我就即刻就行咗出嚟。咁咪就揾法國嗰、那個，咁法國個副領事同我講，佢就咩人都收，咁就即係我就係咁樣搭咗幫佢哋搭咗條線，啊，咁就我知道後來就運作都好好嘅，呢個法國政府好合作嘅，啊，其實港英政府都好合作嘅，因為唔合作就做唔到嘅，譬如嗰啲人，你話喺中大見過啊嘛，啊，咁其實佢哋唔應該喺度噶嘛。咁大家我諗咪暫唔知咁咯嚇，咁所以就其實係嗰時我哋同港英政府咧，同啲警察好合作嘅，因為我知道譬如每次遊行咁咧，大遊行咧就大家講數嘅，咁就支聯會就有代表，就同啲政府嗰啲幫辦嗰啲咧，啲警司咧坐低就傾到點咧，
傾到喺新華社門口，譬如你擺嗰啲花圈，啲花圈又幾大，擺幾高，冚唪唥傾好曬嘅。啊，令新華離開新華社個大門幾多尺，都講清楚曬嘅。啊，咁有時喺街度咧遊行，譬如話一條線兩條線嗰啲咧搞唔掂咧，佢打電話俾我噶啦。咁我就揾打個電話俾政府啲警務處啲高官，咁就電話搞掂噶啦，冇而家咁麻煩嘅。同埋佢哋嗰時咧，警方控制唔到嘅人群嘅，但係支聯會嗰啲義工咧，就拿住個麥就乜都得噶啦，因為嗰啲群眾係聽曬我哋話嘅，啊，好似而家你哋咁樣嘅，好聽話嘅，係咪呢邊咁啊？呢邊嗰邊就嗰邊。俾大家問問題之前，我都係忍唔住問多一個問題，對唔住啊，最後一個，我知道1990年咧就基本法頒布啦嚇。就1989年，經歷過1989年之後，我記得當時就香港被標籤成為呢個顛覆基地。我想了解一下，其實1990年嗰個基本法，即係即係1989事件對成個基本法嘅個公佈，同埋之後成個嘅影響係點樣？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實基本法去到尾尾嗰半年咧，我哋立法局都跟得好貼嘅。咁立法局有個專責小組咧，就跟住基本法嘅起草嘅。因為我同華叔都係草委啊嘛，咁我哋又喺嗰個小組裏邊。阿施偉賢啊、John Swain 啊嗰啲啊、黃雲快啊嗰啲，都喺度嘅。咁我哋一路都睇住嘅。咁所以咧，到基本法公布嗰日咧，頒布嗰日咧，就係1990年4月4日，即係兒童節。上晝就喺北京通過。嗰日禮拜三嚟嘅，所以立法局咧下晝就開會嘅。咁咧，我哋就已經有個動議，我提出一個動議，就係要求咧係中央即係人大咧係盡快修改基本法，已經叫佢修改嘅啦。因為有啲條文我哋係唔中意嘅，咁所以我哋嗰個立法局個專責小組咧，兩局啫嘛，即係行政立法兩局個專責小組咧已經有個報告書嘅。就話嗰啲條文之中有幾條咧，我哋覺得要修改啊，或者廢除啊，咁就已經有曬一個報告喺度噶啦。咁所以就係嗰日啊，1990年4月4日上晝喺北京通過，同日下午喺我哋嘅立法局度已經有個動議，而個動議係通過咗嘅，因為冇分黨派，大家都支持。係有啲保守嘅，佢就即係聽話，聽中共話嗰啲就反對。但係少數，咁所以立法局係通過咗嗰個議案嘅，啊，咁但係就佢哋梗係唔睬我哋啦，咁但係所以啊，大家應該記住好多條文我哋係唔中意嘅，已經寫咗喺度嘅啦，啊。OK， 好，我哋跟住咧，我哋就開放俾大家問問題好嘛？你可以問問題啦，或者分享下你自己對1989嘅感受啦，我知道在座好多年青嘅朋友，可能1989年嘅人，其實你可能都未出世嘅。咁今晚其實都能夠好難得嚟到呢度一齊去做一場咁樣嘅討論。咁所以大家隨便發言或者隨便分享。咁如果有啲內地嘅朋友，如果你係唔方便出鏡嘅咧，咁你到時候提一提我哋嚇，咁我哋會將個鏡即係啲攝影師嘅鏡頭挪一挪開佢咁樣嚇。OK， 各位朋友嚇。李生有冇感受到從來受到有威脅啊？你嘅安全受過威脅，需唔需要有人幫你睇住咁樣？試過嘅有兩次，有一次咧就係六四之後啦。六四之後咧就係香港嘅警方咧就收到消息，我唔知真定假噶，佢哋話咗出嚟，就話咧係上頭派咗一小隊。是小隊的軍人到嚟香港，仲話埋住喺哪個酒店裏邊添，就話有機關槍嘅，就有一個表，一個人一個名單，就預備要取消佢哋嘅姓名啊！咁就話我係排第一嘅，啊，所以好俾面噶啊！咁啊，華叔又有名嘅，咁咧佢哋就好緊張。咁就黎華叔屋企嚟我屋企，就話要睇下點樣保護我哋。咁就
我就擔心咩咧？我就擔心寫字樓，我擔心我搞好我寫字樓。咁就所以我就叫寫字樓所有啲人就叫佢哋離開我個辦事處，咁就安排咗喺第度咁樣。咁我自己咧就試過咧，佢哋就跟住我嘅嗰啲便衣。佢嗱你唔使理我哋噶啦，我哋自然會跟你嘅咁。咁但我就好唔慣。即係你去邊度都有個人喺你旁邊，或者係後邊，佢梗係後邊啲嘅。咁我就覺得好唔爽。咁我就同華叔講：嗱，我話我哋兩個咧，就因為而家啲咁樣咧，唔知佢真定假，需要我哋採取啲不尋常嘅措施啦。嗱，我話華叔，我哋兩個就唔能夠同時喺公眾場所出現一齊，因為我哋兩個一齊咧，佢一下就一刻個行動就掠低你兩個啊嘛，你冇理由俾佢咁容易噶嘛。係咪起碼都分開嗰啲？佢分開兩次嚟啊嘛。咁後來冇事啊，完全冇事啊。咁嗰啲料係真定假我都唔知。咁另外一次咧，就係2008年啦。我已經退落嚟，唔再參選啦，立法會。咁就有啲幾個警察，高級警察嚟我屋企同我講，佢話而家我哋拉到兩個人。我哋思疑佢係想謀殺你，即係我啦，同埋肥佬黎智英。咁佢就話係個頭頭咧，我哋而家都唔知係邊個。不過頭頭咧就買兇手啦，就話如果呢個兇手可以喺2008年7月1日大遊行嘅時候咧，因為佢知道我同肥佬梗係去噶嘛。同埋我哋成日兩個一齊噶嘛，佢話就揾嗰個兇手就擸低我哋兩個。如果兩個都殺到咧，就有$1,000,000。啊，如果得一個就一半。如果傷而唔死咧，就收70%咁樣。啊，佢話人啲我哋啲消息就咁嘅。佢話點呢個人咧就冇自己做嘅，佢就分判落去，咁就俾$5,000,000，即係本來780,000港紙，而家變咗$5,000,000，就判俾第二個做。啊，咁嗰個咧又唔做，佢又再判落去，咁判咗係差唔多判咗成10次，去到尾尾嗰個咧得$50,000，咁我好打有限啦，係咪？咁就拉咗兩個，就喺個的士度就攔到。咁就好奇怪嘅，你截的士去查的士，你只係截佢就係吹波仔嘅啫，冇理由查後面嗰個乘客噶嘛。咁啊，今次咧就話俾我聽，就係有路障停咗個的士，就發現後面嗰個乘客就有個袋，個袋裏面有支槍，有兩粒子彈。咁後來就證明到佢喺邊度邊度。入過邊個商店呢度嗰日又就去過我喺北角嘅寫字樓，一影到佢，咁就問我攞口供，就咁啦。咁就後來就判咗一個就判咗16年啊，藏械咋，我覺得佢太高噶。另外一個就3年，因為嗰個就喺大陸運支槍過嚟就3年，藏械一個就16年。咁就但係後來又得意喎。深圳又再審一班人喎，審多8個人喎，8個都有罪啊！不過佢哋判得好輕噶，3年2年嘅咋。本來大陸啲刑罰好重噶嘛，但可能因為我同肥佬黎咧輕好多，3年2年，香港嗰啲16年啊，咁就但係冇鬼用啊！嗰條友啊，我頭髮都冇失一條。反而何俊仁慘啊，俾人打到一面血，係嘛？所以我連民豬血都未流過。其實就我唔擔心啊，因為人係要死噶嘛，係咪？我哋嗰陣時就話70就古羅希，我而家80就嚟81啦，執到啦，死咪死咯。所以我唔驚噶，我唔驚死嘅，同埋我信教嘅，最緊要唔好落地獄就得啦，死係唔怕嘅。Okay. 我唔想人跟住嘅嚇。好。而且冇用嘅，你就算揾個保鏢咁點咧？佢真係想擸低你嘅，你10個保鏢都冇用噶，係咪？好，思雲。
不介意想問個比較挑戰的問題，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呢，是第一個問題是我很小個初涉即係民主運動的時候呢，嗰、那個世界係變化得好大嘅。我即係最初入民主運動嘅時候咧，我係會親自聽到嗰啲同輩嘅人咧，就係、是、批評你去美國嘅，即係佢哋係支持民主嘅，但係佢哋就算連你去美國遊說咧都唔肯嘅。但係就到咗而家咧個時，嗰、那個心態係完全變曬。我記得阿李先生、阿陳建文教授曾經請過閣下去中大演講啦。咁你係提到一件往事，就係、是應該是三運爆發9/26至9/28的時候，你撞到一位中大女生，就是喊著跟你問，就是為什麼當年你會信中英聯合聲明。那個問題就是sorry 我要拿回份現在呢過去的人咧就係、是、批評你就係、是、即係咩漢奸啊、女通外國咁，但係而家係反而係完全調轉咗。例如好似我見到咧就係、是有本土派咧就係、是、翻查翻你喺2011年陳水扁上台嘅時候咧，佢哋 cap 圖攻擊你嘅係咩咧？就係、是、你係就係堅持就話咧要先有依個民主中國。咁樣咧兩岸咧就可以和平統一啦。佢就 cap 住你講嗰句説話就係、是中華民族包括兩岸同胞600多萬香港市民都期盼咧，就係依個民主中國出現嘅。佢哋就係 cap 住你依相關説話咧，就作為依個批評。就係、是本土派就係有一個，即係佢哋有一個講法我未必完全同意，就係話你同阿華叔嗰一代，即係老一輩嘅民主派咧，就係、是、相信咗，即係佢哋所講嘅就係民主回歸論，而先令到就係、是連累咗香港就回歸咗，就信咗中國，先會搞到今日呢個田地。但係我自己去聽其他翻老一輩嘅學者講咧，就未必係完全係咁。我想希望就係、是、李先生，你可唔可以即係回應下，係咪當然係你哋真係有依、這個即係民主回歸論嘅心態咧？另一個問題就係因為我曾經去過港大，係嗱，其實我係第一個講港獨嘅。在1982年，我頭一次去翻去大陸，就嗰陣時係我帶隊嘅一個專業人士嘅訪京團，係廖耀珠搞嘅。因為我嗰陣時係大律師公會嘅主席，咁佢就揾我做領隊，佢係做副領隊。咁大家知道咧，喺老共嗰啲制度，副領隊嗰個就話曬事噶嘛。咁咧就。我哋去其實就去傾嗰啲arbitration， 即係仲裁嗰啲嘢。咁嗰個應該係叫做任建新啊，嗰、那個佢後來做咗最高人民法院個大法官嘅最高嗰、那個。咁佢叫我哋講仲裁嗰啲嘢。咁跟住咧就叫我哋見港澳辦嗰啲人。本來就廖承志見我哋嘅，廖承志嗰時就港澳辦嘅主任。就係、是、佢就跌跛咗只腳，咁所以就李後係副主任就見我哋，李後同老平嚟見我哋，咁我哋就七個法律界嘅個團就見佢哋，咁就因為我係主席，咁李後坐喺度，我係坐喺呢邊，咁老平坐喺隔離，一路咁落七個人，咁我哋又七個人又咁樣落，咁就一開波咧。就嚇我一跳，因為嗰陣時咧係82年，係應該係 summer 咁上下啊。咁嗰陣時咧就大家都冇傾到香港點搞嘅，有係咪回歸啊？冇傾過呢啲嘢。嗰陣時咧就只係話香港係歷史留下嚟嘅問題，係到適當嘅時候就會解決。咁我解讀咧，即係永遠都唔係適當嘅，咪唔使解決咯，係咪？咁就，但系咧，佢系一開波一講咧，就李後講嘅。佢話：我哋想問下你哋嘅意見。佢話：而家我哋領導人咧，就睇翻呢個三個不平等條約。第三個
就新界呢就要1997年呢啊，就六月尾就要交返個主權，應該俾返中國行使㗎啦。但佢唔講主權交俾佢㗎喎，佢話恢復行使主權。佢好緊要嘅，點解要咁講呢？即係話呢，中國係永遠冇失過主權。雖然佢頭嗰兩個約呢，不平等條約呢，就將香港割咗俾英國，第二個係將九龍半島割咗俾英國，即係永遠㗎嘛。咁你失咗主權㗎嘛。但佢因為唔承認嗰啲不平等條約，所以就唔承認佢就冇咗主權，只係呢係嗰陣時係冇行使主權，而家就要恢復行使主權，係咁㗎啦，好難記嘅呢啲字，好咧。咁佢就話，領導人就覺得呢，去到1997年呢7月1日，就除咗新界要恢復行使主權啦，當然咧租約完啊嘛，香港九龍都要啦。佢因為咧香港冇咗，如果你哋冇咗新界，根本唔可以繼續落去嘅，做唔到嘅。咁佢話：嗱，而家中央領導人就咁樣睇啦，你點睇呢？咁啊，我俾佢嚇到傻咗，唔知道會有咁嘅嘢噶嘛？問我哋喎，我哋又冇預先傾過，大家都冇諗過，大家都諗住到適當嘅時候至傾啊嘛。啊，原來嗰陣時候已經適當嘅時候，咁又我要講先喎。咁又唔知佢喺點樣喎？我仔嗰陣時係1歲都未夠，仲喺香港。我太太同我喺北京。咁咧，我一諗頭頭驚啊！喂，點搞咧？如果講錯嘢唔翻香港嘅喎。但係收尾我即刻一諗，唔得，唔翻得都要講真話。因為如果我唔講真話，誤導咗佢哋話得，好啊，唔緊要咪收咯咁。咁可能影響咗佢個政策，可能害咗香港嘅喎。咁所以我嗰時就話，我都唔知道其他人點睇㗎。我就話，因為佢話啊嘛，佢見到我哋個面都沉咗落嚟啊嘛，因為話收翻主權。咁佢就講，佢話唔使擔心㗎，啊，香港一定會繼續繁榮㗎，啊，因為而家淨係換支國旗，換個港督啫嘛，係咪？咁我就話嗱。我話你又要收翻香港嘅主權，我唔同佢客氣嘅，我唔恢復行使嗰啲，我又要收翻香港嘅主權，又要香港繼續安定繁榮，就係魚與熊掌不能兼得，我好唔客氣嘅。我話你即係，譬如你睇到而家隔離嘅花園裏邊有一朵好靚嘅玫瑰花，你摘咗佢落嚟，擺喺你屋企一個好珍貴嘅花瓶裏邊，我話過咗幾日嗰朵花會點啊咁咯？咁李后又好興啦，佢就話：點解你對香港嘅中國人咁冇信心？點解你對自己咁冇信心？佢話：新加坡都係中國人嘅社會啊，人哋又搞得咁好。喂，我話新加坡獨立嘅喎，我話如果你俾香港獨立，香港唔使李光耀咁叻嘅人，李柱銘都搞掂啦。我不是想要特首，我話我明明無無期嘅，由佢都搞掂。如果你俾我獨立就得啦，所以我第一個講港獨噶，啊，咁咧佢梗係唔得啦。咁跟住咧就大家喺度拗啦。咁因為我哋呢班律師嚟噶嘛，咁就話不如咁啦。嗱，你既然要收翻主權，好啦，嗱，你香港九龍收翻佢，不過租再簽個租約啊，再租翻俾英國人啦。因為我同佢講嘅時候，我話因為咧。你咁多年嚟呢，中國上面又三反又五反，搞到立立亂。我香港冇事喎，所以我話雖然香港係殖民地，啊，我哋唔想啲外國人喺度管治，但係佢管治得一條條有理喎，係咪？咁所以你功不可沒喎，我淨係咁講嘅。咁所以我話你咪就不如繼續俾翻佢租翻俾佢。咁啊，李後又好嬲，佢有主權而冇治權是空的。咁但係後來咧，跟住嗰年咧，我同李鵬飛碟咧又再上去啦，叫做財進團啦。其實又係講翻呢啲，我哋個立場都係咁嘅，都係攞翻不過租翻出去咁樣嘅。咁佢哋又唔肯嘅，但問題就咁啦。如果而家啲年輕人嗰時候批評我哋，點解接受一國兩制？個問題就係，如果唔接受一國兩制係點咧？要諗有啊？如果呢個方案唔好，咁你要咩咧？即係唔係我哋話事噶嘛？嗰陣時係
是啲大學生咧，就係話民主回歸嘅，分分鐘都可能係啲老共潑佢哋講嘅，唔知係咪啦？因為我就唔係學生嗰陣時，係咪？但我知道大學生就係講民主回歸嘅，會點嗰陣時都講民主回歸嘅。啊，咁但係咧，我哋就覺得你唔想咁咪點咧？你頭先提到嗰、那個有個中大嘅女學生就係啦，佔中之後第三日，佢就我就喺中環喺文華出邊，已經離開咗佢個佔中嗰個地位嘅啦，離開少少。呢、這個大學生就問我點解我哋接受聯合聲明一國兩制？咁我話你係咪話即係我哋應該唔接受又點咧？係咪就應該獨立咧？咁佢岌頭一路岌頭一路喊。咁我哋知唔知道1972年咧？其實英國已經不承認香港是他們的殖民地，我都是過後才知道的。因為1972年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了聯合國了，他就反對聯合國，那時候叫那些國家，所有有殖民地的國家要列個名單出來，每一個國家都要說這個國家有多少殖民地，因為那時候聯合國是想他們給一些殖民地獨立的。咁就中國政府就反對英國政府將香港擺咗喺呢個殖民地呢個名單度，因為佢唔接受呢三個不平等條約，而英國政府咧亦同意就冇將香港擺落個名單，即係話佢唔承認係香港係佢哋嘅殖民地。咁所以你點搞呢？咁所以我問個女學生嗱，如果獨立佢唔俾咁你點啊？咁你係咪要覺得我哋嗰陣時應該搞革命呢？他又岌個頭，我話搞革命先打英國英軍先，打贏咗解放軍就入嚟噶啦，咁你又打埋解放軍，咁啊點打？所以我就話嗱，如果你話革命咧，就唔使等我哋做噶，你而家做都得噶。我不過我就唔會叫你做啦，你輸實噶，解放軍已經擺咗喺度啦。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实，你喜欢不喜欢你都要接受的。因为英国人已经不让你独立了，英国人不让我们独立，他都不承认我们是殖民地。那么怎么样呢？你达成要打英军的了，是不是？是没得选择的。所以他们是你说本土为什么？那我就问了，如果你只是本土政策，你就不理大陆的人，咁點解我哋可以有自由？我哋又想自己搞民主，咁點解喺深圳嗰啲又唔得呢？喺大陸嗰啲唔得呢？咁大家都中國人喎，嗱，佢哋唔中意噶。你一話大家中國人，佢哋唔中意噶。我哋係香港人，佢年輕人咁樣講嘅，啊。咁但係你而家都係中國嘅一部分嚟噶嘛？你中意好唔中意好，係咪？你一離開香港，我話國籍嗰度你點寫啊？你可以寫中國，你可以寫 China Hong Kong 得噶，但係人哋都係當你 China 噶嘛，點樣寫人哋都當你係中國噶，係咪？你即係佢哋唔中意接受呢個事實，但係呢個係事實嚟噶嘛，係法律上係而家我哋係中國嘅一部分啊嘛，係咪？特別行政區都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啊嘛，咁我就覺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希望中国人都有自由呢？都有人权呢？我们自己有人权之余，自己希望有民主之余，为什么不可以希望其他人都有呢？就算不是中国，就算是一个其他的一个非洲的一个国家，你都想他有人权的，你都想他有民主的，因为这些是人就應該有的權利來的嘛，是不是？即是為什麼我們看到這麼狹窄呢？為什麼希望其他人都有民主都不對呢？梁天琦我也跟他談過的，他們說獨立都不是現在獨立的，他們說到2047而已。那我說如果2047呢，現在我們的國家都說要搞民主嘛，那如果你當作真的民主，如果去到2040已經有民主，
咁點解唔可以俾人哋搞公投呢？點解唔可以俾香港搞公投嚟決定係咪有獨立呢？等於英國政府俾蘇格蘭人民可以有公投，係咪？係可以噶嘛？佢唔係話而家獨立啊嘛，佢係2047啫嘛。但係共產黨聽到就唔啱噶啦，係咪？咁但係你趕唔過噶。如果你自己都搞民主啦，如果中國真係有民主啦，咁如果中國真係有民主，香港冇理由冇民主啦，係咪？其實已經退咗一步啦，應該就我應承咗俾我哋噶嘛。啊，鄧小平嗰個方案就等香港優先啊嘛，佢就跟住嚟咯。咁所以應該就俾我哋有民主噶啦。基本法都係頭十年，我哋要循序漸進，但係最終都係普選特首同埋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員噶嘛。只不過而家就唔做啦。而家林鄭話未，而家搞政改就等於冚頭埋牆。舊年佢講噶，咁但係因為人大常委釋法之後咧，而家三部曲變咗五部曲啦。即係如果香港想嘅民主有五部曲。第一步呢就是特首寫報告，就是根據現在香港的情況、香港的環境，就跟著這個循序漸進的原則，如果他認為香港應該在民主方面應該向前行了，他們應該寫個報告提議走多一步了，同埋這一步是什麼了，然後就人大常委就決定接不接受，如果接受香港就開始立法了，一步一步地去嘛，但他現在不去嘛，所以他不對的。咁所以咧，但我就而家都唔同意有一啲朋友，佢哋就話唔好理大陸，你唔好理佢生好死好，我哋淨係理自己就得噶啦。但你點可以自己同胞都唔理呢？我哋想唔想台灣？如果你唔理，台灣都唔理噶咯，係咪？咁但係佢哋照去台灣嘅喎，咁咪點合邏輯呢？你點解唔可以？我哋中國人、中國民族每一個人都有民主、有自由呢？有法治呢？因為好事嚟噶嘛。點解佢睇得咁狹窄啫？係咪因為佢係內地人就一定唔俾佢有民主呢？講唔過噶，係人都應該有噶嘛，係咪？點解我哋要咁樣分呢？OK， 好，多謝 Martin。我知道有嗰個網媒係咪做緊直播嘅？請問係啊。啊，對唔住，我哋係唔做得直播嘅嚇。嗱，唔該你息息嘅先嗱，因為我哋咁多每一次其實都唔會直播，但我哋會有錄影，我哋之後會公布嘅嚇。咁啊，麻煩合作一下。OK， 我哋我諗啊 ，Martin 就好多好精彩嘅問題等住大家，最好每一位朋友問一個問題好嗎 ？OK， 好。首先好希望李生健康好好長命百歲我千祈不要一百歲雖然羅志光說120歲所以你現在都還是中年我想問一問呢即是送中呢就即是你怎麼看啦即你覺得在現在的形勢之下你覺得其實香港人會輸還是贏多一點即是香港人贏的機會有幾大呢咁如果真係輸，香港個民主嗰條路其實可以點行落去呢因為我預見就係如果輸咗咧，即係一國兩制咧就即係玩完。咁如果真係輸咗咧，好似嗰個言論嘅空間都會收窄嘅。咁我就係真係想睇下你點睇前邊嗰條路，即係嗰前景究竟會係點樣？嗱，你講得啱啊！如果輸咗咧，就一國兩制就完蛋啦，因為安定繁榮都冇啦嘛，咁即係我哋輸唔起啦，係咪？即係我哋唔接受啦，因為你唔係贏輸問題咯。譬如我哋唔搞，咁咪一定輸啦。咁一定輸嘅就安定繁榮都冇埋噶啦。咁即係呢個香港就唔係我哋所愛嘅香港啦，唔係我哋香港，唔係我哋個家嚟噶啦。咁如果我哋唔接受，如果我哋唔想有呢個現象出現，咁我哋就唔可以接受，唔可以接受咪盡我哋所能反對咯，係咪？咪六九一定要出嚟行咯，因為有先例㗎，23條立法就係一個好嘅先例啦。如果你哋年紀大啲咧，23條立法
去到23條立法，去到2003年6月中的時候，我好心急的，因為他預備呢7月10日就交給立法會恢復二讀了。那我那時候是議員，我們只有20多票，好像22票，60個議員我只有22票，你怎樣停止他呢？死實的嘛。那時候記者問我，喂，如果通過了之後怎樣啊？23條，我說你這個是假設性的問題，我不答你。我怎麼答呢？你當你輸了，但我是預備輸的，怎知很奇怪，我收到封信，是美國的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中文是什麼？國家安全顧問，就是 Condoleezza Rice 這個女士，她彈琴很厲害的，跳 ballet 都得得噶，我聽佢哋講。咁佢寫封信俾我，佢就第一段咧就多謝我同佢傾呢個問題，因為2002年我喺美國去華盛頓，我見過佢，就講呢、這個啱啱個法例出。咁佢話咧，第二段就話美國政府係反對呢個條文。頭一次美國政府是反對香港的條文的，第三段就是美國政府就 叫香港政府盡快落實民主制度。那寫封這樣的信給我，我拿著是好啊，但我又不可以公開的，那信寫給我的，誰知兩日後白宮出了一個聲明，就咪咪這兩段一個字都沒有改到。咁我睇到，咁我就揾英國嘅領事啦。我就喂你點啊？嗱，美國嘅人都講咗你哋點啊？咁佢哋咪支持咯。咁好多國家都支持啦，加拿大、澳洲、歐洲好多國家都支持啦，紐西蘭嗰啲係咪啊？咁香港人咪有信心咯。所以嗰次2003年七一大遊行，好多人咯，話50萬人。其實50萬呢個數字就是李卓人噏出嚟嘅，佢都唔知佢仲喺個個圍院裏邊，佢知點知幾多人走出去啫？點指啫？50萬啊，起碼70萬啊！咁咧就咁啊，董點咧？阿董咧就唔知點處理啦。咁佢有兩個政黨啊幫佢嘅，一個就 DAB。民建聯，一個是自由黨。自由黨咧就話叫佢一定要押後，因為田北俊咧就喺銅鑼灣嗰晚遊完船河翻嚟，見到咁多人喺度，佢嚇大嚇一跳。自由黨就傾過，就係如果呢個條例通過咧，佢哋就輸勢噶啦，下一次選舉。所以田北俊咧就辭了行政會議的席位，就令到他們8票就支持民主黨楊森提出來的是押後二讀。民建聯呢就要他立刻快速通過，如果不是他們選舉是輸實，但是就要他讓步，作出3個大讓步。那時候我們民主派都是提出3個修改，因為那個23條如果那時候這樣通過，就影響了，嚴重影響到我們3個基本人權，就是新聞自由、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自由3個。那民建聯就說你作出3個修訂，然後法委會通過了，那我們選舉就沒事，如果不是輸到撲。自由黨又不得押後，咁阿董咧就支持民建聯，就即刻出嚟就宣布3個大修改。我就覺得好啦，3個大修改，3個都好好嘅修改，其實我哋民主派提出嚟嘅。
點知咧？TVB 就訪問，就問咗陳景生，佢就大律師公會嘅主席，唔得，唔收貨。我都唔知點解佢話唔收貨，咁就定咗啦，就唔收貨啦。咁阿董咧就後來就即刻壓後，搞唔掂咪壓後咯，即係跟咗自由黨嗰個啦，壓後咗，後來就收回添，後來就撤回添。咁所以有先例㗎。嗱，如果我哋人多上街，嗱而家已經好多政府而家出嚟支持咯，係咪？佢哋話八國聯軍其實就好傻嘅。八國聯軍咁而家呢個政權即係咩啊？大陸嘅政權即係咩啊？係咯，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係好多人出嚟，我哋係應該相信有奇蹟嘅。跟住阿董咪腳痛辭職咯，係咪？咁咪收回咯。而家我哋想佢收回啫嘛，同埋咁多年都冇嘅，有乜理由咁急啫？急到咧而立法會嗰個 Bills Committee 嗰個草案個委員會都唔可以俾佢審議，離曬譜嘅，破壞曬啲常規，係咪？點解要急啫？台灣都唔要人啦，話明噶啦，就算你通過我哋都唔要。台灣點要得啫？佢當台灣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中嘅一部分，咁台灣實唔接受噶嘛？咁而家我哋嗰、那個啊。你咪 John Lee 係你，李家超話要同台灣慢慢傾，佢鬼睬你咩？係咪？咁即係完全冇急切性嘅喎，點解急到咁啫？完全講唔過噶，到而家都講唔到點樣急嘅喎，係咪？有咩方案？嗱，廿三條都唔係咁急，係咪？廿三條就話明我哋有特區又有責任立法添，呢條都冇嘅，但係基本法都冇寫嘅，咁多年都冇。為什麼現在要改，還要改得這麼快，啪啪啪啪這樣要去，是不是？還說要7月1日之前，莫名其妙。所以就，這個問題就，我覺得是，我們不應該當它會通過。這麼多人上街，它通過，如果真的通過，我們也沒法。但我們沒有理由不盡量做我們應該可以做到的事。上街而已嘛，是不是？一定是不會搞事的，大家都說明我們不會跟警察衝撞的，就繼續愛與和平咯，是吧？我們不能夠假設不得，如果你假設不得就沒有爭取過了，那即是否決了我們這麼多年的努力了，這麼多年我們都在爭取，這麼多年都不得，那怎麼辦？是不是等於我們這麼多年都不應該爭取呢？多謝 Martin，OK，我知道好多朋友，我哋俾後邊嘅先，你盡量簡短少少 ，OK， 因為好多人舉手，後邊嗰位男仔先，大家手冇錯啊，放心。你好啊，李柱銘先生。咁我曾經即係你頭先都提過啦，就係喺支聯會曾經咧，都係喺香港喺民主嘅推動上面扮演一個即係比較領導啊一呼百應嘅角色啦。即係喺好多時候，我哋悼念六四咧，都係要去維園參加支聯會嘅一啲集會啦。但係最近咧，即係喺香港嘅政治光譜慢慢咧喺民主上面咧，亦都開始去多元化或者分散啦。咁喺呢個情況底下，真係好多人咧就喺六四都會質疑，究竟我哋係咪每年都要企喺個維園嗰度去聚集咧？咁一方面咧，依一種比較多元化或者係一種去中心化嘅一個推動民主嘅一啲或者悼念六四活動咧，係可以包容到更多意見咧，真係唔係由一個大台去支撐住一切啦。但係另一方面，其實佢都會導致一個比較零散嘅一個公民社會啦，即係可能喺整合性方面會有啲輸蝕嘅情況。咁你作為一個喺支聯會嘅一個曾經擔任過領導嘅角色，咁你點樣睇最近依一個轉變咧？係啦，唔該。我唔反對，譬如其他啲大學自己搞嘅六四，但係有一點你哋唔能夠唔考慮嘅，就係所有嘅報導，尤其是外國嘅報導咧，就只係維園嘅，因為最多人啊嘛。咁譬如你八間大學，而家幾多間大學啊？而家唔止八間啊，係咪八間？都係八間。譬如你八間大學都各自開花都得噶，但係人哋冇報導嘅喎。如果你哋係好多人嘅，譬如每間大學有10萬人嘅，咁維園就變咗好少人噶咯，係咪？咁但係如果你有10萬人，咁又唔同喎。咁加埋維園有九朵花喎，
係咪？開得好燦爛嘅，咁啊唔同喎。但係如果你得幾百人嘅，咁啊完全冇曬報道嘅咯喎，咁冇乜意義嘅喎。華院又少咗人，你哋又冇人報道，係咪？但係如果你話我哋有我哋搞，我就贊成你點解唔早一日搞啫？你可以早一日搞噶嘛，係咪？咁然後六四又去翻維園噶嘛，咪做多次咯。你可以考慮依個噶，因為點解你啲人少咗咧？我哋啲敵人就批評我哋噶啦。嗱，冇民意支持喎、哦、但又唔係喎，你哋支持嘅喎、哦。不過你唔想嗰日搞啫，唔想唔同一齊搞啫，係咪？咁你哋亦可以同支聯會嗰啲大家坐低傾下噶，可唔可以改下啲議題得唔得啊？可以俾啲意見佢哋噶嘛？咁而家支聯會都有年青人嚟噶，一樣好多年青喺度噶。而家個副主席都好年青噶。啊 ，OK， 好啊，舉手俾我望一望先。OK， 你先。不好意思，我首先可以要求停止录像和照相吗？唔好望你 ，OK。不好意思，我胆子比较小。啊，是这样的，我想分享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哈。我的朋友呢，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没有入少先队员，然后可能比较长，不好意思，就是就是说他的成长经历。然后呢，第二次的时候呢，就是给了老师一袋糖，然后就入了少先队员。然后呢，读初中的时候，就是有个好班，但是呢，前提是要交4000块钱才能进这个好班。我想确认一下，没有录像是吧？对对。然后呢，读高中的时候呢，高三的时候，学校呢乱收费，然后呢，就整个高三年级就一起就想就反对学校这乱收费，想去街上游行，然后在操场上面就被学校拦截下来了，然后这个大门锁着嘛，这个当时还上了新闻，但是呢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然后读大学的时候呢，他也没上什么好的大学，但是呢有个很奇葩的，就是说比如说教导主任是不允许大学生谈恋爱的，然后比如说大学生在学校的操场上或者树林里面，他会拿着手电筒去照那些情侣。所以说然后大学毕业了以后，然后就参加工作嘛，到了参加工作以后，他才知道89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说他从他的那个从小长大的轨迹和学校所在的所看到的来看的话，他真的不想让他的孩子也走他当初曾经的道路。他没有孩子，但是如果他的孩子也像他曾经的一样，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是这样子的话，他不会想让他的孩子这样长大的。所以说最近发生的又是太原学校的事情，和曾经前段时间发生的南京技术应用学院的事情，都特别是南京的辱骂打骂学生，然后被抓起来或者干什么，都已经被封杀。然后呢，太原学校的事情呢，然后也是被学校内部处理了，都慢慢都会被消散，都会没有。但就是说他很担心将来国内的孩子那些人该怎么长大，因为他自己也有弟弟妹妹，他曾经也做过老师，所以说他但是他很彷徨，他正也是这么长大的。然后呢，他现在的话就说他知识很匮乏，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说他打算继续去读书，然后说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将来能帮助一个小孩子，或帮助他弟弟妹，帮助一个是一个。但是呢，他现在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彷徨，或者说还对于在内地的孩子的教育，他该处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或者说内地的孩子他们的将来还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吗？个朋友就讲翻佢自己嘅一个朋友嘅经历啦，吓，即系讲喺大陆嘅成长嘅环境入边，系咪？一直去到读到大学之后，先至知道八九呢一件事，吓，然后咧就佢自己觉得好彷徨，或者觉得好无助，即系究竟喺大陆而家一个咁样嘅环境之下，
成長的小朋友其實有沒有未來呢、啊、或者其實在一個這樣的、即是幾絕望或者幾封閉的環境之下，其實我們可以怎樣呢，這樣、啊、就是你大概的問題是不是這樣、啊、其實這個問題不只是在中國內地的，你很多現在還有很多地方都是這些、都還有共產黨的國家或者那些獨裁的國家的，是不是？那些人民呢都是很多事都不讓他知道的、啊、現在內地就在這個問題了，他不讓你知道，他不想你知道的事他就不讓你知道，所以你是不知道的，你但是最後他都知道、哦、那就有點奇怪了，即是他 是不可以刪得那麼密的，很多時候呢你就算他怎麼厲害，科學怎麼先進都好、啊很多嘢都禁，但系终须咧都系，如果啲人真系想知嘅，都会知道噶嘛。咁当然嗱，譬如我哋你睇翻八九民运嘅时候，北京啲学生嗰阵时嗰啲知情权系好好嘅，因为就算嗰啲记者都好勇敢地照播啊嘛，照报道啊嘛，咁佢哋咪知咯。咁所以只要人民知道嘅真相。咁呢啲嘢就係唔能夠一路禁落去嘅，啊，即係變咗咧，點樣都好咧，都係有希望嘅，係咪？千祈唔好絕望，因為只要有啲朋友，只要有啲人能夠嚟到香港，或者去到外國留學，但係唔好嘅地方咧，就我知道，譬如美國好多內地嘅學生去美國留學嘅喎。但他們呢就群在一起，就只是讀書，就不理政治啊那些其他國家 的事，其實很傻的，你去到一個國家留學，你沒理由不學多些東西，看多些東西的嘛。那當然有人看著他們的，我知道、啊、在美國的大學裡面一樣有共產黨的人看到他實的，但是看不實的，沒法子看到實在的，所以呢是難是困難，香港而家都有困難啦。香港咧就係想洗腦咯，係咪？啲小學生一路已經洗腦上嚟啦。但係到咗咁上下一件事一發生咧，就冚唪唥冇用噶啦。嗰啲洗腦工作冇用噶。嗱，譬如你而家好多學校啲學生都聯名出嚟反對呢個送中啦，以前未見過嘅喎，幾百間學校都出咗嚟啦，係咪？咁啲學生知道發生咩事啦？咁你又好難，又要從頭再洗過腦噶咯。不容易的，每一次一個大事件，一次大事件，那些學生就明白了，那你們要洗下一代的腦了，不是容易的，那上下又爆了一件事出來了。那雖然內地當然是比我們香港的困難很多，因為它的知情權是很小很小，但是都禁不到的、啊、OK 好好、大家好、我想就那個香港人應不應該你大陸事務的一個問題，著少少的個人意見啦。咁我覺得呢個香港人你大陸的事，唔單止一個，即係先放低嗰啲身份認同啊，或者係民族感情啊嗰啲嘢先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現實的一個策略性的一個考慮。因為有兩個事實，第一就係香港人同埋大陸人民個共同敵人都係共產黨。咁第二個事實就係香港最終要面對嘅都係共產黨。咁如果我哋真係要主動嘅話，主動出擊嘅話，而唔係被動嘅話，反而我哋係應該要即係團結埋大陸嘅人，咁樣先至可以最後成功咯。咁而家我知道有啲人本土派嘅人就會覺得國際連結係咪一個可靠嘅方法咧？對香港未來？是不是一個可靠的一個根據呢？即係我想問一下啊，你點睇咧？同埋問到一個得唔得？一個國際連結，即係如果其他幾個國家都出嚟支持香港咁樣，係咪？咁係有效力嘅喎。嗱，當然佢出唔出嚟，我哋唔可以勉強，即係只能夠同佢哋講呢件事實，希望佢哋幫香港人講翻句公道嘅説話。嗱。共產黨就最不喜歡我們出國，
我就好好容易嘅啫。我哋你睇共產黨咧，佢越鬧得我勁咧，就即係我做嗰件事越啱啦，係咪？佢唔鬧我漢奸咧，我知道我做錯咗啦。我記得佢頭一次鬧我漢奸嘅時候咧，係好多年前啊。嗰陣時阿董仲係做特首嘅，咁我嗰次喺美國，又係將香港嘅情況講出嚟啦。我就話唱真香港，佢話我唱衰香港啦。因為有個香港嘅電視台就訪問緊我，突然間就爆咗一句，佢話李生啱啱收到新聞，香港政府而家話你咧係有人話你係漢奸喎咁，咁你點睇啊咁？咁我突然間聽到佢話我漢奸，我舒服曬。佢點解人哋話你漢奸你舒服曬咧？安娜，漢奸係最衰噶啦。咁已經鬧咗漢奸啦，唔可以再衰噶啦，咁咪舒服曬咯咁。咁當然我係講笑啦，但係事實上又係咁嘅喎。我使乜驚佢啫？係咪？嗱，外國咧就大有道，中央政府就唔可以話外國政府說三道四，佢冇權咁話嘅。點解咧？因為聯合聲明頒布之前，1984年9月26日頒布之前，佢做咗好多游說嘅功夫，係游說其他國家要高姿態支持一國兩制。咁咧，我頭先都唔知嘅，但係一公布咗之後，就睇報紙，咁多國家都出嚟支持，仲話好嘢喎。咁我話關佢咩事咧？你中英啫嘛，係咪？點解會美國關美國咩事咧？加拿大關佢咩事咧？原來係中國政府自己積極地叫呢啲政府，是公開地高姿態地支持個聯合聲明，他怕香港移民潮繼續下去，所以呢香港移民潮真的停了的那時候。好了，那你叫人家支持你一國兩制，現在的政府都支持一國兩制的，那當你自己不走回你自己應該走的路，是不是？為什麼人家不可以說你？為什麼人家不可以問你？你現在這個送中是影響到個國民的安全的，為什麼他不可以說話？是不是？所以你是中國政府完全沒有權批評人家說三道四的。他因為他現在就是說，因為你現在走了樣了嘛，你的一國兩制走了樣了嘛，是不是？令到他自己的國民的人身安全都不能夠保障了嘛，為什麼他不可以說？所以呢，但是他肯不肯出來說，我們管不到的，他們的決定來的。但是你話對中央有冇影響咧？佢梗係話冇噶，但係有冇啊？你信唔信真係冇影響啊？係咪？你而家習近平成日都去出國噶，咁你每一次出國，人哋問你去香港點啊？咁你有冇人咧？你又唔可以叫人哋 shut up 噶喎，人哋即刻話喂，我之前你個一國兩制，你叫我噶喎，唔係你叫嗰陣時啊，你自己中國領導人叫我哋咁做噶喎，係嘛？好。我哋見到程翔先生都嚟參與我哋嘅討論，我哋俾掌聲啊，程生。你有冇嘢同我哋分享先？而家如果有，我俾個麥你，可能佢冇我哋蝕咗，唔好意思。啊，程生，嚟嚟嚟，俾阿程生。爆料咧，攞嚟。爆咩料啊？我唔知，即係唔知頭唔知尾喎，八點鐘先嚟，嚟到入唔到咁啊，喺出邊睇直播，唔知點解直播之後斷咗，咁所以我哋都係好，所以都唔知道，即係唔知道阿巴田講過啲乜嘢喎，冇乜料好爆喎。喂，程翔，我同你一齊去過個美國個三灣大學，你幾時要知頭知尾嘅啫？你揦住咁嘅嘢講噶啦嘛。八九三十，我覺得就係、是、都係嗰句老話，就係、是、話當一個政權舉全國嘅力量嚟清除或者抹殺、隱瞞一啲歷史嘅時候咧，咁我哋每一個庶民，我哋手無寸鐵嘅人，唯一嘅武器就係記憶。我記得捷克斯人米蘭昆德拉他講過一句說話，人和政權、人和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
同埋遺忘嘅鬥爭。咁中共有佢種種嘅實力，武裝到牙齒，然之後有呢、這個種種嘅宣傳同埋統戰嘅手段，令我哋每一個人希望我哋每一個人都忘記呢段歷史。咁我哋點辦呢？我哋手無寸鐵，係嘛？但係我哋手上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好有力嘅武器，就係、是、記憶。而通過呢個記憶呢，就守護呢個歷史真相。守護到呢個歷史真相的話呢，呢、這個正正係強權佢最畏忌嘅嘢。嗱，你諗一諗，習近平上台以嚟冇幾耐，佢2013年正式出任呢、主席，2012年年底出任總書記。佢喺當年嘅四月就出咗一個七不講嘅文件，七不講其中一講，其中一個不准講嘅就係黨嘅歷史錯誤。咁點解黨嘅歷史錯誤唔准講呢？就因為一俾老百姓知道中共歷史上係屢屢犯下一啲殺人嘅呢個冤案嘅時候咧，咁呢個黨就會失去佢嘅呢個執政嘅合法性啦。所以佢為咗維持佢嘅統治，佢係要你所有人係忘記呢件事嘅。嗱，我自己覺得咧，呢30年嚟我最遺憾嘅咧，就係睇到有幾樣嘢，佢係舉全國之力嚟做呢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是改寫歷史。嗱，而家你隨時上網可以睇到好多話六四冇死人嘅短片啊，或者即係所謂見證啊，係嘛？佢就嗰時攞咗個坦克人嗰張相嚟舉例嗱。證明冇呢個屠殺啦，如果唔係呢個人仲老早被碌死咁樣，即係好多呢啲歪理。呢30年嚟做咗好多短片，既有呢、這個內地嘅五毛，亦都有啲洋五毛。洋五毛嚟做呢啲嘢咧，可能佢個說服力咧仲更加犀利，係嘛？咁所以咧，佢睇到咧，到今時今日為止咧，都仲有好多呢啲片。話俾我聽，六四並冇屠殺。咁所以咧呢樣嘢咧，我覺得咧係我哋係要一定要咧係守住呢啲歷史嘅真相。第二個歪理咧就係話，算啦，過咗去啦，30年前嘅嘢，我哋向前睇啦咁樣。嗱呢樣嘢咧，好呢樣嘢就好 popular 嘅，即係呢種觀點。在我哋身邊嘅人好多都有接受咗呢種觀點，啊過去嘅事算啦，過去啦。第三個歪理咧就係話，六四後30年中國嘅高速發展，恰恰説明當年呢個決定係正確嘅。如果當年唔係咁做，你就根本換取唔到後幾十年嘅穩定發展。所以就以呢30年嘅發展咧，就嚟 justify 佢當年嘅呢啲咁嘅手段，係嘛？咁仲有一個咧，就係話經常講嘅就係話，當有人挑戰佢六四屠城嘅時候咧，佢就話中國人最知道自己乜嘢制度係啱自己嘅，咁就變咗咧，又係即係話你唔需要改革啦，我哋呢個制度係最好嘅。咁所以咧，呢三十年嚟咧，除咗力圖改寫歷史之外咧，仲係改寫個論述，使到佢嘅話語權成為盡量成為呢個主流社會嘅話語權。咁變咗咧，我哋覺得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更加要堅守呢個歷史嘅真相。我成日覺得好困難嘅一點就係30年前我哋講呢個六四問題嘅時候咧，唔需要太話盡量去說服啲人係有呢啲咁嘅屠城嘅事，但係30年之後咧，反而咧要花好多精力咧去講有屠城呢件事。你譬如話有啲朋友佢就舉
侯德健的話，即係話你唔能夠以方言嚟打擊你嘅你嘅敵人，咁你變咗大家信咗劉德侯德健啦，即係話侯德健話佢冇睇唔到有殺人。我想同大家講，即係我花好多精力去說服去講呢個問題啊，因為我自己親自喺天安門，經常喺天安門活動嘛。天安門淨係嗰個氹氹窟四方窟咧，可以企100萬人，咁即係話大到無倫嘅。咁你喺呢個紀念碑，你所睇到嘅地方係好有限，係嘛？更加唔講話呢個天安門咧，佢左右兩邊咧有東西長安街，都係大家都係當係天安門嘅一部分。咁你話東西長安街有冇殺人啦？有冇死人啦？係嘛？咁你而且佢侯德健嗰啲話冇殺人咧，係喺朝頭早4:30到6:00呢段期間，即係佢哋戒嚴部隊準佢哋和平撤退嗰個2小時到嘅時間。喂，咁4:00之前將所有嘅燈熄曬嘅時候，點計數先？你睇唔睇到先？所以咧就好多時咧，即係我就覺得咧，即係30年之後，反而要去澄清啲事實，仲比以前困難咗。咁可見得呢30年你個洗刷歷史個功夫係做得幾度，係嘛？以佢即係以舉國之力咁樣嚟做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唔緊要，佢可以去洗，但係我哋香港人經歷呢件事嘅人咧，一定要本住良心，守護歷史真相。一日我哋守得住呢個歷史真相咧，就有歷史真相，就有真相大白嘅一日。如果我哋唔去守護佢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即係等於呢個係投降啦嚇。咁啊，我覺得米蘭昆德拉嗰句説話好貼切。人同強權嘅鬥爭就係記憶同埋遺忘嘅鬥爭。有人想我哋遺忘，有人想我哋即係抹咗個事實去。我哋手無寸鐵嘅人民就有唯一嘅，但係最有效嘅武器就係維持個記憶啊！好多謝阿程翔先生嘅分享嚇，咁啊，我哋不過聽完程翔咁講咧，我又覺得幾得意喎。佢話七樣嘢唔俾講，佢唔俾講黨嘅錯誤，咁啊即係話俾人聽黨有錯誤啦，係嘛？其實北京啲學生，國內啲學生好醒目噶，咁佢就會問阿 Sir 咯，咁錯喺邊度啊？譬如邊啲啊咁。其實今年你大家好多朋友都應該知道，其實即使去到而家咧，每年嘅八九六四前後咧，其實中國對香港嘅網絡嘅控制咧係非常非常之嚴厲嘅。我記得上年六四嗰日咧，係整個香港所有嘅微博咧係唔能夠發任何嘅圖片出去嘅，即係任何喺香港嘅圖片咧都唔能夠喺微博出現。我今年在中國大陸咧，亦都係即係呢個社會，即係因為呢個今年係30年咧，嗰個緊張嘅程度咧，亦都係我哋香港人難以想像嘅。我早幾日有個大陸嘅學生 send 咗一個佢哋學校，即係佢讀緊一間大學，佢 send 咗張聲明俾我睇，佢話由呢個5月份到6月份整個期間咧，佢哋間學校佢要有個拔河比賽。佢話拔河比賽咧都唔能夠搞，即係話喺整整一個月裏邊，大陸所有嘅正常嘅集體活動咧，全部取消。啊，呢我想講就係其實係呼應一下程翔先生嘅講法，就話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喺香港經常有個感覺，就覺得做嘅嘢係冇用嘅，或者做呢啲嘢咧係冇價值嘅。但調翻轉頭諗，如果香港做嘅嘢冇價值，冇影響力，或者對佢哋唔構成一個威脅，點解佢害即係30年之後仲要恐懼到咁嘅樣？或者對於任何嘅真相嘅呈現咧，都仲係咁恐慌，或者用一個最高壓嘅方式去進行呢個打壓咧？
咁呢個大家可以諗一諗嘅，即係話其實香港喺即係我即係呼應啱先嗰位朋友嘅講法，就話其實我哋千祈唔好忽略或者小睇每一年嘅六四嘅燭光，其實係對好多大陸嘅朋友嚟講係好大好大嘅一個鼓舞同埋一個好大嘅力量，因為呢個係全世界唯一一個地方，而且呢個係嚴格嚟講係中國統治之下嘅地方，發出嘅一個好清晰嘅信號嚇，即、就、係、是、對於當年嘅八九六四嘅一個一方面係悼念，另一方面都係抗議嚇。OK， 我哋仲有少少時間，我想我哋大概仲有二十分鐘到，李生可以繼續同我哋做討論。我哋先俾呢位朋友先嚇。我有一個好大嘅感受，就係中學生、小學生其實佢哋係唔知道六四事件嘅。咁因為佢哋啲中學生而家好少用面書，佢哋用嗰個咩IG， 佢就唔識得即係唔知道六四。咁即係可能有啲 有心人啦，同佢哋講咧，佢哋先知道，即係知道睇到啲紀錄片，即係佢哋都好震撼。即係我就覺得呢個好感慨。咁同埋逃犯，我想講埋逃犯條例咧。咁我哋當我100万人上街，如果佢都通過，我唔知喺乜即係我有收啲WhatsApp 咁樣傳啦，話習近平係攞香港做籌碼，即係想一定對抗呢個貿易戰，對抗美國，所以咧寧願即係點樣都要通過呢個逃犯條例。即係我就當100万人上街，咁如果外國可唔可以一啲，即係而家都做緊嘅，即係或者再去做多啲強硬啲嘅抵制、經濟制裁，咁唔知係咪可以，即係佢會有啲腳軟咧？嗱，我就唔識答呢個題目，因為我唔知道外國個政府會點樣做。但係咧，如果我哋譬如有真係好多幾十萬人上街，或者甚至100万人上街。6月9日他都不理照過，那還有7月1日就又再多些人上街咯，即是我們不可以放棄的，一樣壞的事情不可以繼續下去的，因為完全沒有理由的，是不是完全沒有急切性的，說來說都說不到一個理由，他就說人家的意見是廢話嘛，但現在有些廢話又開始信以為真，又開始用，如果是廢話你為什麼要修改呢，是不是雖然做的修改是沒有用的修改，但他都是騙人的要做，所以我們不要理他，繼續抗爭下去，因為現在有機會抗爭你都不抗爭，是不是你自己後來你會後悔的。好，葉偉彤，咁你啱先提到傳承啦，咁樣即係我早前睇過一啲你哋當年689年遊行的一些 footage 咁樣，就好震撼一樣嘢，就係香港人當時在殖民地統治之下，但係佢哋嗰種家國心，嗰種強烈的 sense of belonging 係好震撼到我咁樣。但係即係我係回歸之後出世嘅一代，咁反而係回歸咗之後呢一代香港人反而係用少咗，即係嗰種家國心同埋嗰種歸屬感咁樣。咁我問我爸爸嘅，咁佢就答咗我5个字，就係距離產生美咁樣。我就想問一下你嘅意見係點樣？其實89文之前，我都係冇乜關注中國裏邊嘅嘢嘅，即係我都覺得好似同我冇乜關係咁嘅。但係就係正正呢個89文，佢我頭先都講。頭頭我唔理佢噶，但係睇睇日日都喺度，你點可以唔睇住咧？咁就慢慢就又開始知道啲學生領袖啲名啊，咁開始就關注啦。跟住就晚晚都睇住啦，係咪？咁由嗰陣時開始咧，我係直情覺得咧，係我哋冇理由唔關照埋內地嘅情況嘅。即係當然好多人要講大陸冇民主。香港沒有民主，但我就是香港應該先有民主的，因為鄧小平正正就是這樣說的嘛，他就拿香港來做一個實驗，如果我們經濟搞得好他就跟，如果我們民主搞得好又沒有亂，我想他都想學的，是不是？而且內地為什麼你可以分佈不要那麼快，但香港是沒有什麼理由等了這麼久都 不能夠落實這個最終的目標嘛，
我哋係時候噶啦，根本就算根據佢基本法都係2007十年就應該有啦嘛。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咧年青人咧，啲學生領袖嗰種，我成日都同佢哋有接觸，我覺得佢哋而家係變緊嘅，可能就係呢件事啦。呢、這個送終呢件事，佢哋變咗開始睇翻，知道究竟發生咩事，知道用喺呢個咁大嘅問題，大家都唔企埋一齊，就係、是、一個好愚蠢嘅做法。其實北京政府同埋我哋內而家我哋嘅特區政府就係希望大家仍然有分歧，希望啲大學生唔好出嚟。但你而家睇到報紙都有報導啦，中學、小學生都有出嚟講啦。其實他們又關注了的了，所以我不覺得，即我們不需要擔心的。因為香港人，老實說，在香港如果都不醒覺，那我就我們沒前途的了，是。但是年輕人是有醒覺的，現在又有中學生又有小學生出來了，又有新一代的黃之鋒了，是。他們現在網上很多團體出現了，是。這些才是力量來的嘛，你靠翻我哋啲老嘢出嚟冇用噶，系你哋嚟听啫嘛。OK， 好。我系需要打码嘅，唔该。系，系咁嘅。我系广东人，我系嚟香港读书嘅。我想问一下你一个问题咧，就当你啱先都提到过咧，系洗脑系从下边开始洗上嚟。其实我嗰个下边咧，我想讲嘅有。在這個香港社會，甚至是全世界都有這種人，叫做好像是一個社會裡面沉默的大多數。這個沉默的大多數呢，我有兩個方面是想說的。一個呢就是我認識我一位親戚，他是廣東一個小城市的一個種土富豪，早年就移居了移民了香港啦。他 有很多那些同鄉，在香港有同鄉啊、宗親會的關係啦，就好像大家好像很團結一樣。每當選舉季，我見到他們那些什麼微信朋友圈截圖啊，很群情洶湧地去跟建制派投票。還有我覺得其實那類人，大部分人其實都是那種無產者嚟嘅，唔係話坐 office 嘅白領，唔係絕對唔係嗰種人。雖然我唔知道佢點嚟到香港嘅，同埋有另外一個方面咧，就係、是、仲有一個咧，就係、是、我記得當時嗰、那個填海造陸嘅嗰個 project 出咗嚟之後咧。本地有個媒體叫做一百毛嘅，佢去採訪各種人，佢去到嗰種 nursing room 去採訪嗰啲係講啲帶住口音嘅廣東話嘅嗰啲老人家嘅時候咧，佢係佢點講嘅咧？佢話政府都係為你好嘅啫。哎呀，你依家未有細路，你唔明噶。佢指住個記者話：你依家未有細路，你唔會明政府係為你好噶。嗱，呢個咧就引出係我想講嘅第二個方面咧，就係、是、包括中共嘅一啲喺大陸嘅宣傳嘅意識形態咧，佢會好注重去宣傳嗰種咩孝道文化，即係。Be obedient to a senior level， 嗰種 senior level 咧，可能係你嘅長輩啊、父母啊，個 senior level 都係個 government。所以咧，我想問一下你點睇呢種沉默嘅大多數？一係佢哋大多數真係無產者，好容易係咁俾洗腦或者俾鼓動，同埋佢哋如果真係聯合起嚟，真係好怕嘅一件事，會爭奪啊生產資料嗰種。講得好聽啲係革命，講得唔好聽啲就咩啦嚇。我想問一下你係點睇呢個？其實香港都有很多咁嘅人噶，我都有啲親戚係咁噶。我諗個個人都有啲親戚，睇佢睇咩報紙啫嘛，係咪？如果佢睇蘋果冇問題噶，係咪？如果睇其他啲報紙，佢真係好奇怪喎，諗啲嘢啊。咁所以大家都有 unfriend 啦，係咪？甚至親戚都有 unfriend 噶嘛。一係就直情唔好講政治，坐低就唔好講政治，咁啊好興噶啦，而家都啊。咁但係沉默嘅大多數。不要低估他們，我們的政府很醒目的，你一百萬人上街嗎？那就是有六百萬人幫我啦，他這樣說的，那是穩穩的，是吧？但是你看那些藍絲帶一樣上街的，但是個個收錢的，是吧？如果黃絲帶上街分分鐘要付出的，是吧？所以我們搞的我們的義工真的是義工的，是吧？他們那些要收錢的，所以你看到這些沉默的大多數，就算什麼都不做，
他出去投票而已。我記得有一次選舉，有一個上海幫的上海口人的走來問，他說李柱銘你贏實的，其實我每次選舉都贏實的，我覺得自己。他就告訴我為什麼，他說我去那裡吃飯，你對手那裡有餐飯，有大餐在那裡吃的，我吃完飯我叫到兩圍台的人去投你票。我說那你就對了，因為你吃了人的飯投他票就犯法的，兩個都犯法的，你吃了他的飯投我票就兩個都不犯法的。OK 好 OK 等等先。不好意思，也不要叫我。李先生你好了，我是来香港在中大读书的内地生了。然后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直，您刚刚也说到多少年30年都不承认不道歉，就是大家都在批评这件事情。但是我想问呢，假设中央政府真的，中共真的道歉了或者承认了自己做的这些事情，那么这就说明这个政权它就失去了合法性和权力的正当性，那中国应该怎么去向前走呢？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首先在内地，就整个中国来说，内地的人就相对于香港，大家的这种公民意识，这种政治的责任感是相对来说差很多的，当然有受很大很大多很多因素的影响了。然后其次，中国也没有就是说比较成熟的政治团体，那么一旦这个中共他承认他的错误，那么大家都会开始质疑他，质疑他的合法性，质疑他就是这个权力很难再延续下去。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又会怎么样呢？他会乱吗？他会分裂吗？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现实因素，那么我们到底会往哪个方向走呢？就是其实我来香港一年，然后在很多媒体上什么发现，就无论涉及到六四还是只要是关于中国政治的，大家就会批评，然后就说啊，就是中共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各种批评。但是我觉得其实你批评是容易的，但是你真的明白应该怎么做却是很难很难的。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批评是站在就是隔了一段距离，我们站在境外或者站在国外，站在香港，隔了这段距离我们就很容易去批评，但是真的在这个体制内又该如何自处呢？我想起前段时间我跟我一个在内地学法律的朋友聊天，其实我很多很多中国大学生他都知道六四这件事情，知道很多政治上的东西，但是他没办法做什么。同时他们像他们学法律的将来也要是服务于这个国家的，服务于中国的法律体系政治体系，真的在好的好的，真的在这个体制中的人要考虑的问题就并不只是批评他就是不对。所以我想问您，您觉得当这个如果真的他承认了这个政权失去了正当性，中国应该他会怎么走以及应该怎么走呢？谢谢。其实呢，每一个人都会错的，那为什么政府不会错呢？有哪一个人是会说我成世都没错过的呢？是不是？不可能的。那你当你看这个事实，是这么多学生是没有枪没有刀的，那如果真的用开枪杀学生的嘛，那这个如果你说学生是爱国的，如果他也承认学生是爱国的，不是反革命的，这个是一个爱国的行动。如果中共有一个这样的领袖，或者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导阶层是能够认错，我觉得这件是一个很好的事。为什么呢？他没有这样的胸襟就不会认错的，但是有这个胸襟明白事理然后认错，这个政府就值得我们尊重了，终须有一个这样的政府了。可能呢他现在因为这么多年呢死都不认错，那就变成人民就觉得他是没错了，
咁所以你就會諗啊，如果佢一認錯，咪大鑊，就大件事，係咪？但係到時咧，如果佢真係有咁嘅人肯認錯咧，我相信你哋咧就會欣賞佢啦。你而家未見過啊嘛，所以你覺得好奇怪，你幫我擔心。如果認錯嘅點樣向前行呢？我話好簡單，如果佢有呢個胸襟認錯嘅，佢自然可以向前行，同埋佢有信心俾人民有民主添。你亦會投佢票。嗰、那個唔認錯嗰個咧，你知道佢呃你嘅，係咪？所以咧，暫時你咁樣睇，但係你好快你會明白嘅。一個認錯嘅政治人物咧，就係政治家嚟嘅。statesman 唔係 politician， 唔係咁容易認錯嘅。但係你係錯咪認錯咯，係咪？同埋認錯認得快。我有個朋友教我噶，佢話你如果你從政咧，錯咗你要認，要認得快同埋要認得過分啊，要過分。咁人哋就話唔需要咁認錯法喎，咁你咪成功咯。而家啲人咧就好似擠牙膏咁，嗱，擠牙膏係我先講出嚟嘅，我唔係擠牙膏，擠牙膏可以擠好多出嚟噶嘛。你要去到擠到牙膏冇啊，即係冇啦，最收尾嗰丁咁多都擠出嚟，嗰啲先係擠牙膏嘛。你咁樣擠出嚟認錯咧就實死嘅，因為啲報界朋友話俾我聽，佢話當我拿到料嘅時候咧，我唔會爆曬佢出嚟嘅，我爆啲就等佢點樣回應啦。你如果真係擠到牙膏擠到尾嗰啲咁嚟認錯咧，啊，我哋係咪？爆多啲出嚟咯，咁你就唔知點做啦。所以咧，佢教咗我，從政嘅人如果係錯嘅，就即時認，同埋要認過分。我係認錯認得最多嘅人，民主黨成日想我主席，就係想我認錯啫嘛。補充一句就係、是，大家都最近有留意到呢一兩日有個新聞，就係、是、南韓嘅總統。最近公開就呢個江州事件即係道歉同埋認錯，又大家都係覺得哇，真係好了不起啊咁樣嚇。咁所以就如果真係到將來中國嘅領導人能夠就六四事件認錯嗰一天，我估亦都即係如果有咁嘅勇氣敢企出嚟認錯咧，咁就相信恰恰調翻轉就應該係嗰陣時嘅中國咧，就應該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嚇，即係。搞到而家我大家喺度今晚咁傾偈，大家都有好多個恐懼咁樣嚇。OK， 我哋俾多兩個問題啦。李生都企咗成兩個幾鐘頭。OK， 我哋俾阿 Pasu 先。咁咧頭先你喺講座上面啊，聽唔聽得啊？頭先你喺講座嗰度咧講話又今日北京。明日香港咁係一個中大嘅女生叫你掛嘅一個即係講嘅一個口號啦咁樣。咁又呢句説話其實我都係第一次聽咯。因為我自己喺西藏嗰度生活啦，咁所以我聽到嘅版本就通常都係話今日西藏，明日香港咁樣。就話似乎就係今日入邊度衰。咁我就話大吉利是。咁似乎今日邊度衰咧？就聽日。香港就衰啦，咁樣，咁但係呢句説話咧，其實幾正面嘅喎，即係證明而家香港未衰嘛，係咪？咁但係咧，而家我就聽到另外一個版本就話今日又香港，明日台灣咁樣，哇！即係香港衰咗啦咁樣。咁但係咧喺自從散運之後咧，其實一路成個咁多年咁樣咯，都差唔多五年咁樣。咁但係又呢幾年裏面，其實喺民主運動上面係一路令到所有人都感覺好沮喪嘅，即係。完全找不到一個方向咁樣，我諗今次呢個反送中呢一件事咧，係喺成個過程裡面近排係比較叫做俾人多少少希望啊，即係好似見到大家有多啲熱情啊，無論係小學生、中學生、師奶咁樣就出嚟去到話聯署嘅咁樣。咁但係呢件事過咗之後，其實好容易會估到其實可能嗰個熱情又會減低咗咯咁樣，但係仲有好長嘅路要走噶嘛。咁但係喺呢一個咁迷失方向嗰度，咁我想問一下啊。有馬丁咁，你究竟有冇啲乜嘢嘅建議俾大家咁樣咧？其實你喺某一個程度，你係身在福中不知福。你諗下內地啲朋友可唔可以學我哋咁樣喺呢個咁嘅地方嚟講呢啲嘢啊？可唔可以學我哋咁樣去投票啊？係咪？咁我哋根本係仲有好多空間係做我哋應該做嘅嘢。我哋失望，我明白嘅。
因為你尤其是啲學生雨傘運動咁成功，係咪？佢真係全世界都欣賞嘅喎。BBC、CNN 嗰啲頭條一路都幾日頭條，影到啲學生仔、學生女坐喺個馬路上邊做功課喎。佢都未見過啲咁嘅場面，又見過啲學生咧，到時到後收集垃圾喎，仲分類喎，係咪？跟住又坐喺度上堂喎，有人去教書喎，佢哋未見過噶嘛。即係點解可以有一班咁優秀嘅青年人爭取民主，贏曬佢哋嘅心，贏曬佢哋嘅同情，但係最後又失敗。咁啊，梗係因為佢哋呢班學生未試過參加過民主運動啊嘛，唔同我哋嗰啲失敗過咁多次啊嘛。但係佢哋而家明白啦，試過嗰時期佢哋係真係呢班學生、青年學生領導，我同佢食過飯，佢哋真係好沮喪。但係多謝個政府捉咗佢哋入去坐監。坐完監咧，佢哋而家勁曬啦。反而坐完監之後咧，另外一個睇法啦，佢哋而家即刻積極曬。所以我哋要記住，點樣衰都好，我哋仲可以投票啊嘛，仲可以有呢啲咁嘅集會啊嘛。咁比起國內，佢哋好恨啊，好恨我哋有呢啲咁嘅自由啊嘛，係咪？咁我哋咪應該咁嚟鼓舞翻，令自己鼓舞翻咯。因為我哋係有希望的嘛，有機會你都不做，係咪？最弊就放棄，你失望一陣唔緊要。我自己都係當我好失望的時候咧，自己好我就走入個教堂度，因為我係有信教的啊，咁就諗翻，即係上天係知道，我係睇唔到前途，我唔知道個彎轉完之後係乜嘢嘢。但你共產黨幾惡都好啦，上面仲有一個大過你噶嘛，係咪 ？OK， 好啊 ，David， 唔該，就唔係問問題嘅，我想好多謝嗰啲大陸嚟嘅同學啊。OK， 係，因為我就可能唔好彩，我係身邊咧係絕大部分啲朋友咧都好似程翔先生嗰啲咁嘅情況，就話要好出力。都搞他們不行，即是他譬如有些是香港醫管局很高級的醫生，即是香港人來的，但是他是都是很明確地說他支持林鄭的，你很難說可以說服到他有些什麼，也都有些朋友是譬如他拉少都是這樣，不過他是在大陸來的，他去過奧地利學音樂，但是他現在在香港生活，他都是譬如我會想 share 啲新聞或者評論俾佢睇，咁但係佢會主動話：你唔好再俾我睇，我唔想睇，即係我唔想知道個類似嘅講法係我唔想知道嘅真相。即係佢好似係知道，但係佢唔想話佢知咁樣。咁我可能唔好彩，所以即係我身邊嘅人大部分都係呢啲，所以我加上我個人比較悲觀，所以話。希望中國大陸有民主咧，我係覺得比較悲觀睇法，即係如果咁大批人可以投票咧，咁會對香港好大鑊啊！即係如果有啲譬如有咁嘅百分率喺我身邊啦嚇，咁佢哋嗰個投票意向肯定唔會有利於香港與想爭取民主呢一個方向，咁呢個係我自己嘅體會啫，咁希望你哋唔好受我影響啫。但係我主要想講就係好多謝啲同學，我覺得好好可以見到佢哋，聽到佢哋講呢啲，因為我身邊都係冇咁多呢啲人。多謝。其實個情況係咪咁曳咧？嗱，每日咧就有150個內地單程證入嚟香港嘅。一年咧就60,000到，咁而家好多年噶咯，好多萬噶咯，仲有其他啲人唔止呢個數嘅，啊，咁同埋呢啲咧就係佢哋啲鐵票啦，每逢投票日咧一車一車嚟嗰啲就係啦，嗰啲咧好多咧就咁樣，譬如佢派一個人落嚟係做間諜嘅或者做公安嗰啲派入嚟嘅，咁佢成家人咧落嚟咧都攞埋香港身份證噶啦。7年後咧就登記做選民噶啦，但係佢就唔喺香港住嘅，
就喺翻內地嘅。投票嘅時候咧，佢哋每人有個 number 啦，就教你邊度投票啦。咁但係到到而家為止，起碼到到上一次立法會選舉為止，都係民主派贏嘅選票係多過建制派嘅。咁即係咧，內地落嚟嗰啲唔係個個都投佢左派嗰啲人嘅，係咪？佢唔多唔少咧，都會俾我哋影響到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嘅希望啦。如果唔係，我應該輸曬啦。咁多咁多人嚟，又錢人力物力俾曬佢哋噶。你如果喺民建聯代表民建聯出嚟參選，好著數噶。你唔使做嘢噶，佢幫你做埋嘅。啊，啲票同你揾埋嘅，佢哋唔出現噶，費事出嚟拉票俾你針對住佢。區議會嗰啲啊，唔見噶。我幫民主派嗰啲，我問佢喂，見唔見個對手？唔見噶，我話唔見嘅，最大鑊。佢只係諗住已經贏咗啦，佢都唔使出嚟，啊？咁但係唔緊要嘅，我哋有機會啊嘛，我哋仲有機會啊嘛。點樣？你覺得點樣？好心噏，好失望。但你要記住，你比起內地啲朋友係一個好幸福嘅人，佢哋會好羨慕點解我哋香港人可以投有呢個投票權，真就係投得嘅喎，係咪？咁當然好多人唔用呢個權，我哋冇辦法。但我哋自己個票就一定要幾大都用，同埋揾埋自己身邊啲朋友、啲親戚朋友去投票。咁如果你隔離嗰啲係藍絲帶，你咪諗個計仔氹佢唔好投票咯，同佢打麻將咯，你咪開台之前投佢先啦。OK， 我哋俾啲掌聲啊，李生嚇。喺啊，等阿 Martin， 我會再俾機會佢做一個整體嘅總結嘅嚇，或者感受。但我想講幾句作為呢個今晚嘅一個主辦者嘅感受啊。首先，其實我坦白講，我係好意外今晚咧係會有咁多或者大部分嘅朋友係年青人嘅。我係絕對想像唔到嘅，因為我諗住今晚咧應該都我係最後生一個嘅嚇，其他啲應該都係啲老餅啊老嘢先至會嚟參與今日嘅討論，因為三十年啊嘛，咁但係我好驚訝或者好令我想象唔到嘅係在座大部分嘅，我相信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係八九後出世嘅，咁其實我自己係好感動或者好鼓舞啦嚇，好多謝大家能夠嚟參與一個咁難得嘅一個思想討論嚇，呢個第一點嚇。第二點即係啱先亦都見到啦，我其實都見到在座嘅有相當嘅內地嘅同學嚟到今晚嘅討論。咁呢嘢咧好難得嘅，因為我呢張海報咧，其實我係唔敢喺微博度分享嘅。我咁多期嘅搬屋文化沙龍，我都會喺微博，我自己喺微博度 share。但呢張我係絕對唔敢嘅，我知道我一擺出嚟就會我個號就會俾人炸嘅。我已經炸兩次啦，咁所以我係炸號意思就係成個 account 會俾人 cancel 啊。咁所以咧，其實係但係所以我特別特別要謝謝。今天有很多内地的同学或者从内地来的朋友来参加今天的讨论，我当然知道大家有可能有不同的担心，但是还是能够来到我们中间，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谢谢你们。最后一个分享就回应翻程翔先生先引用了昆德拉，就是米兰昆德拉那句说话，是不是就是人对抗强权就係記憶與遺忘嘅戰鬥爭或者呢個抗拒，但人咧係天性係會遺忘嘅。坦白講，即係人好 naturally 就會遺忘嘅。咁何況係過咗三十年，何況在座好多朋友係八九後出世，所以我自己經常都去諗嘅就係，譬如我面對年青嘅一代，其實我點樣能夠用一種道德嘅要求話你一定唔可以忘記咧咁樣。或者你一忘記你就道德上邊錯咧，呢個係好難嘅。即係將心比己，我係七十年代出世嘅人，你叫我去記憶翻反右，或者記憶翻呢個五四咁樣，理智上邊你知道嗰啲事情係好重要嘅，但係情感上邊或者心理上邊咧，嗰啲的確係離你好遠嘅。咁所以呢個的確引，我想講咩？我想講就其實記憶點解對我哋咁重要，或者在座各位八九後出世的朋友，或者可以一起去思考的，就是
即係點解去了解八九嘅歷史？我哋唔好講要做啲咩先，我哋了解呢個歷史，或者正視呢個歷史，或者喺我哋自對自己一個要求，即係話我哋希望去尋找真相，或者譬如每日喺 Facebook 入邊，或者喺新聞入邊。譬如今年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媒體做咗好多關於六四嘅紀錄片或者回顧，點解我哋需要去了解歷史咧？嗱，我自己嘅諗法就係其實我哋唔一定要覺得係啲好勉強，或者唔一定要覺得嗰啲人係外邊老一輩咧逼我哋去。我自己嘅體會就係人其實係需要通過歷史嚟了解自己。即係譬如我哋講香港，在座好多朋友話我哋要關心香港或者本土，或者過去經歷個雨傘之後。但我哋會見到其實香港唔係走到今日唔係突然間出現噶嘛，即係你會見到香港整個問題，譬如阿 Martin 啱先講，其實由80年代去到89，然後一路走落嚟，其實香港係每一次嘅社會運動，其實都係有一個歷史記憶，有一個歷史傳承喺入邊。咁所以如果我哋對於前邊嗰啲歷史一無所知，其實我哋唔係冇辦法理解點解我哋會走到今日。甚至我哋都唔係咁容易理解香港今時今日面對嘅好多問題，點解係問題？譬如你唔翻翻到去啱先講中英談判，唔翻翻到去當年嘅基本法起草，所有啲歷史我哋唔了解嘅，其實我哋冇辦法了解我哋自己。咁所以我自己一個少少嘅分享嘅新講就係，其實我哋對歷史嘅一種嘅認真對待歷史，其實唔僅僅係為咗對抗一個外在嘅強權咁簡單，其實對於我哋自己好重要，我真係對我哋自己嘅 life， 我哋自己嘅個人嘅生命，或者我哋自己生活喺當下，我哋對於歷史有越深刻嘅認識咧，其實我哋包括我哋自己嘅人生，或者我哋自己嘅思想本身係會提升嚇、啊，所以即係呢個我係一少少嘅分享嚇，即係話唔一定要覺得係一個咁大嘅負擔，或者覺得好似即係對於歷史嘅認識或者瞭解本身係唔一定係咁外在，而係對我哋自己嘅生命嘅嗰種豐富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嘅嚇。咁 所以我都係要講一句就係、是、我好感謝或者好開心，今晚係有咁多唔同嘅朋友能夠嚟到我哋呢度嚇。尤其啱先講下年輕嘅朋友嚇，因為今日嘅題目係八九六四30年嚇，我哋經常每次喺支聯會入邊經常都話要傳承啊乜乜。其實我覺得唔使講咁抽象，我哋今晚坐喺度同呢個民主阿伯嚇，即係民主阿伯聽佢個分享，你見到其實完全冇隔膜，或者甚至你會發覺其實有好多得著，咁就可以其實一個好對我嚟講嘅本身就係一個好 beautiful 嘅一個場合咧，大家係可以有一個咁樣嘅好嘅分享。咁我哋最後我俾張嘅時間再交俾 Martin， 你有啲咩嘅嚇 ？OK。大家好啊！大家好，我係呢度老闆啊，係啊，係啊，我叫 Vincent 啊，大家好啊，可能第一次見到喎。其實次次都喺度嘅，不過唔一定次次都講啲嘢。首先其實好想多謝周寶松啦嚇，其實今次係我記得我哋五月頭嗰陣時講啊，我哋做啲咩咧咁樣，咁我哋後來阿寶松話啊，不如我哋搞個六四嘅30年嘅紀念活動啦。我話第一個心入面嘅。即刻彈出嚟，哇咁勇嘅，咁啊！但其實我係好認同嘅，即係我係覺得好開心嘅一件事，即係經歷曬今晚啦。其實我哋今晚有一個好好嘅開頭，即係其實我從來冇諗過呢度幾廿人咁樣可以熄燈嘅，我好驚其實啊！即係有啲咩事又冇啦，係咪？我擔心啊，安排周到啲先。咁其實講翻我自己啦，咁我都係八九後嘅一代嚟嘅。咁今晚咁啱有個中學同學嚟嘅，我好少有中學嘅。朋友會在席，咁樣點解咧？我接觸一啲政治嘅一位比較關心啦，或者歷史嘅嘢啦、政治嘅嘢啦，都係中學嘅時候。咁嗰陣時我哋學校嗰啲人咧就好比較冷漠啲嘅，對呢啲嘢都係，因為未去到雨傘嗰個時代啦，未去到東北嗰個時代，都未去到嗰個位嘅。咁嗰陣時我哋去六四咧，係對朋輩嚟講咧係一個好匪夷所思嘅，去維園都唔做乜嘢啊？咁樣唔關你事啦。即係even都可能老師嗰輩都係一啲比較可能保守啲。其實可能到而家都係。其實我啱啱聽程翔先生講嘅一段説話，我係好開心，即係係真嘅。我哋其實最應該去守衞我哋嗰、那個
即係我哋心裏面覺得 justice，OK，、okay， 我哋覺得所謂嘅公義，其實最有效嘅武器係記憶 ，OK。咁其實呢樣嘢係都有好去到一個位係啊，我終於明白啊，點解我哋今晚需要咁嘅集會咧？即係點解我哋啊，除咗我哋可能過幾日我哋可以選擇去維園，點解今晚啊，其實例如周寶松喺度搞一個文化沙龍，去請咗阿 Martin 過嚟，其實係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嚟嘅。因為我哋其實喺可能對於老一輩，你哋經歷過八九，其實係一個 recall。咁但係對於我哋呢一代嚟講，其實我哋係冇一個咁大嘅 bonding 去直接去接觸呢段歷史。咁但係透過呢一啲集會咧，其實我哋好多時係需要一啲比較第一手嘅資訊，即係唔係淨係話我哋可以睇史料 ，OK， 我哋可以睇書，我哋可以睇好多文章。其實我哋透過好多即係當時同呢件事有所聯繫嘅人。嘅一啲比較深入嘅敘述，即係唔係話一種好其實我覺得六四集會係好好嘅，即係我都到而家呢一段時間，即係唔包括真係淨係唱歌啦，係咪？即係呢、這個去到其實我覺得好多嘢都係好好，但係嗰種係好情緒式嘅，你每一次去六四好有牽動一次嗰個情緒，然後我七月嘅時候已經唔記得咗呢件事啦，咁啊七一啦咁開始就第二件事。其實我反而覺得今日咁樣嘅集會係一件即係個聚會好好嘅，就因為我哋好多好深入嘅一啲討論啦，或者我哋。有一些很深入的了解或者一些周邊的事情，即其實我是覺得是很值得我們繼續去搞，即不是說我們現在30年我們搞鑊了，我們等40年再搞，即不是這一種。因為我都有一個小朋友的，我都會希望說我小朋友長大的時候到底他會不會還可以接觸到一些比較真實，即比較是有人去由第一身的 angle 去傳遞給他的一些關於歷史的記憶呢？這件事其實很重要，因為去到某一個位置我最近看回1984了，咁有一個好深刻嘅位咧，其實唔係話個黨唔承認自己錯誤，而係去到嗰個位置，即係喺個書入面嘅黨咧，佢係除咗改變呢個歷史之外咧，其實佢相信好多人係仍然記得個歷史嘅真相嘅。但係偏偏你越記得清楚，但係你表面上因為你不能觸動到個黨嘅任何嘅佢嘅正確啊，佢一定係要係正確嘅，所以你個勉強上你一定係要講一個方言。咁而我係好相信我哋呢一種去到矛盾嘅時期，其實而家內地已經係咁，即係可能Pascal 你喺西藏，其實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六四嘅，即係假設係咁啦。但係你喺西藏係不能提嘅，即係或者你知道好多而家藏族、回族嘅種族隔離，你係唔可以提。即係呢個我喺香港未必係好遙遠嘅事情，即係我哋都好希望唔喺我哋下一代發生。咁而我哋而家做嘅嘢就係好有意義嘅事情嚟嘅，即係我想講嘅呢一度。OK， 我見到大家好像都意猶未盡咁樣，所以我哋可以再講多幾句嚇。嗱，我先講兩句，再俾其他同學朋友講。第一句我一定要，我咁多年都好認真講嘅。第一就係、是我從來都唔覺得每一年去維園係行禮意義。對我嚟講，我對我自己嚟講，每一次去維園都係實實在在嘅抗爭，呢個係真嘅。即係當十萬人一齊嗌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呢個係好勁嘅。你諗下香港，如果你我經常講，如果香港人你將八九嗰段歷史、將維園段啲攞走，其實我哋冇辦法認識自己嘅，因為我哋過去三十年入邊冇咗八九，其實我哋唔再係我哋自己，唔係我哋自己。香港人唔係今日咁嘅樣嘅，冇八九係一定冇可能有。後來所有的一場又一場的社會運動，而我想講就其實我哋企出嚟，包括今晚我哋坐喺度堂堂正正咁傾，冇任何恐懼嚟傾八九六四三十年，呢、這個就係一場抗爭。嗱，呢個要我希望大家要意識到呢樣嘢。我想我哋今晚在座嗰啲嚟到唔係純粹聽一場 talk， 阿 Martin 企喺度同我哋講，本身就係一個行動，就係一個公共行動。我哋就要喺香港呢個大家都咁恐懼嘅環境下邊。我哋繼續去紀念八九六四，我哋繼續去 condemn 一個不義嘅政權。我想講呢個冇自己 downgrade 咗自己，你明唔明啊？冇自己先自己貶值咗自己，覺得自己堅持三十年嘅嘢咧係冇價值，係所謂嘅行禮儀係冇用。我哋自己冇咁樣提，我覺得係一個好有尊嚴嘅事情嚟嘅。我經常講你睇睇歷史，你睇翻過去人哋睇東歐嘅歷史，睇蘇聯嘅歷史，睇。其他國家歷史，我係冇見過有一個民族、有一個地方、有一個城市係可以以一種咁
咁有丁力持、咁有尊嚴、咁毫不含糊地去堅持做一件事。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我哋自己要意識到，其實我哋做緊嘢好犀利嘅。而喺大陸，我自己認識嘅好多好多嘅朋友，佢哋係真係好感激香港人嘅。甚至我今年，包括今年我好多朋友喺大陸，係特登嚟香港，就係為咗去維園坐一坐嘅。所以想要必須要強調嘅就係話，千祈唔好咁樣睇低自己。第二樣嘢就係要同在座大陸嘅朋友分享少少嘅啫。我好明白大家嗰種恐懼，即包括我自己喺微博啱先講，我用微博用咗八年，我每日都同大陸嘅朋友分享我自己嘅思想嘅諗法。我當然明白，因為我嘅微博係受到特別照顧嘅。我經常係會寫嘅嘢咧，係五分鐘之後就會俾人刪嘅。所以其實我係好明白，我係同時活喺 Facebook 同埋微博嘅世界入邊咧，我係好明白咩叫思想審查，乜嘢叫做恐懼，咩叫做 self censorship， 又令你唔敢出聲，令你覺得權力係隨時都可以威脅到你。我係明呢樣嘢嘅，但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唔好過度地被恐懼蠶食你自己，因為你很多時候統治者就是想你有這件事，就是想你害怕。當大家都覺得害怕，或者覺得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的時候，他就節省了很多成本的。所以其實當大家都嘗試去突破一下，或者不要令得自己的內心有很多恐懼，其實那件事是對自己的生命的自由或者釋放是很重要的。否則的話，你永遠會有一種恐懼，永遠都覺得其他人限制你的思想，那樣是對你其實的生命構成一種很大的，我覺得是一種閹割或者一種傷害。而那樣東西是，如果你問我，我覺得我最痛恨一個不自由的政體，其中一樣東西就是它令得我們沒辦法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因為它拿走了我們的自由之後，我們連思想都不敢自由來思想，其實我們就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OK， 我說太多了，不要問問題了，我想剩下給，因為 Martin 都很累了，但我想他都應該有興趣，包括我在內，是想聽下在座的朋友講講你們自己的感受的。 我們給五位朋友好嗎，就是你講講，不要問問題了，講你的感受。 OK 你未發言者優先。OK 後面我因為我們都這麼難得見，我其實想問問題，但係我唔講，我唔問。但係我想講，其實就係我哋要延續咁樣一種六四嘅咁樣嘅精神，其實係源自於其實呢個我都唔確定，係因為當時嗰個環境底下，我哋好清楚我哋面對係一個點樣嘅一個政權，但係我哋都要接受回歸呢件事情。所以呢啲你講呢個當時150万人上街呢件事，到底係出於愛國咧，定係出於我哋自我嘅咁樣一種抗爭咧？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去探討。講少少個人感受啦。六四嗰時我好細個，我好記得咧，六四係我第一次參加遊行，係我父母帶我去嘅。咁同埋我想講就係話，想問下你哋，其實當年六四30年，你哋覺得件事係會成功啊，定係嗰時覺得個鎮壓嘅機會係好大咧？而家我想講翻就係未來30年，你覺得其實仲有冇可能有好似六四咁樣嘅事件會發生咧？我意思就係話，會唔會有咁大班嘅年青人出嚟為咗一個民主嘅理想係出嚟，但係其實而家喺大陸做呢啲咁嘅嘢，其實佢哋嘅代價係好大，可能佢哋已經知道以前呢個六四呢個屠城嘅代價，同埋而家佢哋做乜嘢都被監控，出街都俾人影張相，有 facial recognition 嘅。咁同埋而家好似亦都有部分年青一代，因為而家經濟發展咗咁好啦喺大陸，咁佢哋可能關心一啲物質上嘅嘢，生活過得好嘅，唔係話可能嗰種對民主追求嘅，未必係個個人有嗰種嘅感受。反方面就係話，未來30年，你覺得中共政權會唔會有同樣鎮壓的這樣的手段呢？我自己就覺得
有啲灰嘅 ，based on 我過去呢三十年嘅觀察，因為我覺得共產黨淨係 care about 點樣去維護佢嘅政權，我睇到佢冇乜嘢係做唔出嘅。你睇到佢對所有嘅異見分子其實係即係非常之暴力嘅對待，到今時今日都係。所以我個人係唔排除會有同樣嘅悲劇再發生嘅。咁同埋希望，唔好意思啊，希望 Martin 可以講少少對香港法治嘅前景，因為而家其實好多人可能對律政司啊，或者律政署，或者對法官啊，其實係有啲擔心，究竟可唔可以把持得住香港嘅法治？係 ，thank you。OK， 我哋俾冇答住啊，俾個有冇朋友想講嘢？我哋俾下抒發一下感受，然後咧就好。我想大聲咁講，多謝李柱銘先生，多謝支聯會。如果我覺得冇咗支聯會去搞，我每年可能嗰個時間我要匿喺自己屋企，我或者要揾個地方，所以我同自己講，如果有一日支聯會唔再搞，我就嗰晚棟喺維園嗰度，我咪一個人咯，我冇所謂噶，就係咁樣。但係我好多謝佢搞，佢唔搞點可以咁多人一齊集埋喺嗰度？我知道我唔係一個人咯。呢樣係好重要，好重要。同埋我想講咧係儀式好重要，即係等於你結婚咁。有啲人可能揀好簡單，好簡單。有啲人想喺好多人面前立一個誓言，冇話必樣邊一樣一定係好過另一樣嘢，係你自己揀嘅。但係呢一樣嘢個儀式本身係好重要嘅。我自己結婚嘅時候，我自己都估唔到喺我講我願意嗰一刻。原來我會哽咽到係出唔到聲，唔知點解，我只係對住幾個屋企人。有陣時有啲嘢係嗰一刻佢就會出現嘅，唔係你去控制嘅，唔係你去扮嘅，唔係你去卡拉 OK 嚟嘅。另外一個感受咧係，其實呢啲聚會我今年係第二個參加，即係第二次參加。我參加咗，我去咗另一個討論六四嘅會。呢啲嘢係互相唔會排斥嘅，越多討論係越好嘅。但係唔係等於你去呢個係好過嗰個咁樣，即係我覺得唔需要互相比較，大家都好重要。你個揀你自己喜歡嘅，你個心會安嘅，你咪去咯。就係咁樣，其實就係咁簡單一件事。咁點解要成日責怪？好似支聯會霸咗呢樣嘢咧？即係其實佢從冇霸，但係佢搞佢梗係會叫人去啦，唔通佢搞佢自己叫你去第二度咩？咁樣咁而我都留意咁多年，我都有留意好多人前咗幾年，尤其是前咗幾年，即係話2013年、2014年啊，成日話好悶啊支聯會，我搞第二個啦咁樣，結果搞一次兩次就冇啦，無以為繼。咁你睇到其實呢件事咧延續落去呢三十年唔係一樣簡單嘅事情。點解我哋唔可以俾個真正嘅 credit 呢一班搞手咧？當然我哋有俾 credit 嗰啲義工啦，但係嗰啲義工係跟嗰啲搞手去做噶嘛。咁點解我哋唔能夠真正俾個 credit 佢，成日要鬧佢哋咧？所以我有陣時會睇到呢啲年青人所謂嘅呢啲爭呢個話語權，我會覺得我灰係真正因為呢一樣嘢。如果你成日去鬧呢啲 politician， 點解我要為香港去爭取民主咧？爭取唔到個權唔喺你嗰度噶嘛？即係而家唔係話嗰個女仔覺得點解當年你哋要支持我哋可以有反對嘅權利咩？連 consult 我哋都冇啦，就係咁樣。咁你唔睇翻多少少嗰陣時，了解多少少，你就成日去責難人哋。我覺得咁樣好唔公平。點解要喺香港搞民主？睇到你哋到而家一啲尊重都冇俾人得到，即係我覺得搞嚟做咩？點解為咗呢班人去搞？同埋第二樣嘢，我都好想分享一下咧，係嗰個傳承嗰個問題咧。呢幾年支聯會咧，我哋去到六四嘅晚會嗰度咧，係好咗，即係好嘅意思係佢搞一啲新嘅嘢，譬如舉個例，即係我覺得。都幾搞笑嘅，譬如而家咧好少唱翻嗰陣時嗰啲咩自由花啊、血染的風采咁，咁我就發覺我去到咧，其實我唔識唱，因為我都唔知佢點樣唱法，咁啲伴奏唔同曬，節奏唔同曬，咁我都跟唔到，咁啊於是就唯有就係即係聽人哋唱啦。但係其實
其實都好少人識唱，因為根本咁多年嚟講都唔知佢係即係原本唱係咁樣噶嘛，咁而家都唔係咁樣唱啦，都唔知佢今年又會點樣嘅 arrangement， 咁樣所以其實唱嘅咧反而係少咗。你起碼都要唱佢五六年，啲人知要識得跟啦。我年年去嘅，我而家都唔識跟啊。所以傳承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一定要喺嗰度攞到平衡，唔可以永遠都係話我要創新，我要創新，我要創新，咁跟唔到啊！我仲有幾十年噶嘛，都唔能夠唔顧我噶咁樣。即係我覺得係好有趣的一件事。咁所以我覺得我想講其實就係咁多，我都係感激嘅。不好意思，又是我。我想回應一下剛才 Vincent 講話，即係下一代的問題。咁唔好意思，可能我又係散播啲悲觀的態度。咁我有朋友佢係加拿大籍嘅，咁佢喺香港工作嘅。咁佢過往呢幾年都有搞遊行啊，或者各種呢啲民主運動咁樣啦。咁佢今年以嚟咧係試過有兩次比較突出啲嘅經驗，就係譬如佢公司嗰度咧，有一日無端端有啲警察會上嚟，就話有人報案話呢度禁固咗一個 interview 嘅人，咁但係就完全唔係事實。咁然後另一個 occasion 就係喺佢屋企，就話警察上嚟上門就話有人報案你哋騎樓一個細路仔就嚟跌落街。咁亦都係完全冇咁嘅事實。咁即係我想講係嗰啲Big Brother 係真係喺度㗎啦，已經。咁如果要憂慮屋企人嘅，咁即係要小心啲咁樣啦。咁第二就係頭先呢位話即係支聯會嗰啲儀式咁樣啦。咁我就覺得民主咧就各有各做。咁我覺得最近呢幾年咧，嗰個趨勢啊，即係中共都會見到，好似有年青人係覺得自己唔係中國，唔係中國人，唔係一份子。咁我哋唔做六四啦。佢係其實係有憂慮嘅，反而又係即係你唔關注六四，佢都會憂慮，因為佢覺得你認為自己同中國冇關聯，佢 engage 唔到你啊。咁反而佢仲有啲擔心，覺得啊呢一代係咪會？脫離咗我可以控制嘅範圍咧，咁樣，所以我覺得各有各做都係 O K 嘅，我相信。譬如早幾年我有一年五六月嘅時候，其實我申請做一個即係康文署嗰啲venue， 即係 concert hall 咁樣，我申請做一個巴克嘅音樂會，係講佢一套受難曲，就係講耶穌受難，即係釘十字架嘅。咁佢好奇怪個佢編排個日子咧，就係編俾分配6月4號俾你。咁即係我哋當然冇去解讀啦，即係我哋就照做咗，佢只係俾呢日你。咁所以有一年我哋係六四嗰日做呢個音樂會受難曲。咁但係我自己心裏邊其中一個解讀咧，就係話佢可能都係唔想咁多，盡量唔想咁多人去某啲聚會，不如你哋呢1200人就去嗰個 concert 裏邊啦，咁都有咁嘅可能性。咁即係回應一下，即係各有各做咁樣，我覺得係 OK。咁另外就係要大家要保重，要小心咁樣咯。喂，咁大家好啦，我係劉漢。咁首先我要多謝李柱銘先生幫我處理我單 case 先啦。咁我想回應一下頭先有一位發言者啦。他在那裡問到香港現在究竟還有沒有法治，或者法治要怎樣發展。那我第一我有一件事想說一下的，我覺得香港其實現在是沒有法治的。因為第一我在2017年那時我參加反議事規則集會，那當時我身上只是因為有一把 BB 彈槍玩具來的，那跟著警察就拘捕我了，跟著下一年還控告我所謂的無牌管有仿製火器啦。那這個我不用想，是非常之荒謬的。那第二啦，我們還要看到法治其中一個條件啦，就是一定要法律是經過民眾授權同意。但是香港你看到立法會是完全那些議員有半數是可以說是沒有民意授權，
咁香港個法律基礎已經係我哋可以見到係冇法治可言。咁第三啦，根據普通法個原則啦，普通法個法律來源係第一就係、是立法會通過嗰啲啦，第二就係判例啦。但你見到而家香港基本法係可以有嗰啲所謂嘅中國人大釋法啦。咁呢個其實中國嗰度係行緊社會主義嘅一個法律制度啦，同普通法係完全唔相容嘅。咁所以我想講係香港完全係冇法治可言嘅。咁另外啦，頭先一個發言者喺度問到啦，如果我哋喺度指責共產黨啦，話佢唔好嘅時候啦，咁呢個時候會唔會個情況係更加差咧？例如導致咩社會混亂之類嗰啲？咁呢個時候我想引用翻John Stuart Mill 喺《Utilitarianism》入邊講嘅嘢，我哋寧願做一個唔滿足嘅人，都唔要做一個滿足嘅豬；我哋寧願做一個唔滿足嘅蘇格拉底，都唔要做一個滿足嘅蠢人。我哋係應該追求一啲更加高質素嘅快樂，而唔係追求一啲純粹肉體上嘅滿足。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應該做一個自由人，我哋要追求更加高層次嘅嘢。而當有一個政府，佢係一個完全係缺乏道德，完全係冇正當可言嘅話，咁我哋係完全有權利去反抗。咁所以講，我鼓勵大家去爭取自由。咁另外仲有一點就係、是、大家有講到啦，例如有啲人話唔好去搞六四集會啊，或者去搞嗰啲咁呢個時候我想引用翻 John Stuart Mill 喺《On Liberty》入邊有講過嘅一個傷害原則啦。咁我想講嘅就係、是，當有一個人佢所做嘅嘢或者講嘅言論啦，係只要係冇傷害到人嘅話，咁我哋應該要寬容嗰個人所講嘅觀點。這個是自由主義的最基本的觀點的因為如果我們是幾無論多不同意一個人的觀點，我們都要寬容他。如果不是的話，大家都可以用著相同的理由去不同意一個人的觀點，然後去打壓一個人。所以我們一定要去寬容其他人，這個是我的觀點。好，多謝大家。還有嗎？好，谢谢。请不要拍我。就是，我想分享的主要有两个感受。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想的可能是刚才有老师有提到说，在美国的一些留学生，他们在那个环境当中却不去关心政治。其实我觉得我是很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认识很多同学是在美国，可是他们就只愿意在那边玩耍那种，就是就算去能够知道一些真相，他们会觉得这是境外势力在骗我们。可能就是我以前15年前或者是10几年前知道的中国政府给我讲的一定是对的，那下意识就算知道他在 YouTube 这些网站上去看到了这些跟六四有关的真相，他会站在一个角度去说政府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他的 pre-assumption 是为政府去辩护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活动办下去，是因为当这些亲历者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更加直接的方式去看到。第二个就是想说的是，办这个活动我们不仅是要纪念六四，因为就像中大前一年的民主墙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个撕海报的那个女生，或者是后来发表一些言论的人，就算死了，他对这个政权真的有什么影响吗？没有。可是政府害怕的是我们通过这件事情去思考为什么我们要需要民主，为什么作为一个人我们必须要有民主。他害怕的是在我们一旦开始纪念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会去思考为什么我要纪念这些事情，而不是说 单单的做了30年我们只是去做，好像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记住六四这件事情，记住更多的是我们要去通过这件事情理清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的社会的因素，包括经济以及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些矛盾，通过这些历史事件去反省以后我们还能怎么做，以后我们能反思些什么，或者是我们能够在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怎么去避免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更加深一层次的这样一个作用吧。各位同事，我真的是最后了，把那个爸爸给那个爸爸发言了。我给掌声多谢各位啊。咁即系我有两样想分享，第一咧就系、是、都系即系想共勉啦，大家唔好气馁啦。即系6月4号啊，我就会去。我上年都同我女去，咁今年我都继续去。6月9号都要去嘅。即係我哋最近面對可能嗰個送中條例啦，咁個送中條例即係究竟我哋會唔會可以令到佢撤回咧？我哋唔知道啊。但係我哋睇翻即係以往咧，就頭先阿寶松都講咗啦，即係89年之後咧，就即係我哋有咁嘅行動，就改變咗我哋之後嘅軌跡啊、95直選啊等等嗰啲。
咁就算03我哋71好多有出嚟行過嘅，咁嗰班大律師先係關注23條先出嚟啫嘛。咁無論散運都好啦，我哋唔成功嘅，但係都播咗好多種喺度。就算每年六四都好啦，即係我哋唔期望挨一年佢會平反咗嘅，係咪先？但係都可以繼續佢。咁就算6月9日出咗嚟都好，唔得嘅話咧，我哋就會依然會儲咗啲力量，即係唔知下一次會用到喺邊度。咁我即係都勉勵大家唔好氣餒。咁第二樣。其實都係，即係我都唔係睇得咁灰暗嘅，都係叫大家唔好氣餒，因為咧，我哋睇翻即係歷史長少少中長期啊，蘇聯咁大都會冧咯。即係我哋呢幾年係好衰嘅，香港係咁短期之內，中期咧可能都仲要捱幾年，可能要咁。但係你無論共產黨又好，就算你話專制習近平都好，咁佢唔會百二歲噶嘛，即係佢都會咩噶嘛，係嘛係嘛。咁我哋睇下，如果你49年立國，喂一片歡騰㗎，你估唔到。20年之後，69年可以係文革阻得咁犀利。文革之後，69年之後嘅10年，原來改革開放又可以咁好嘅喎。咁79年之後嘅10年，你又估唔到10年之後係原來係可以有六四嘅鎮壓。我都記得我哋10年前咧，2008年嗰陣時咧，我哋應該香港人咧嗰個普查係對中央觀感最好。嗰陣時嗰年有汶川地震，嗰年有北京奧運，大家都覺得係即係國家係向緊上，即係都係對佢有呢個認同。估唔到10年之後，2019年咧。可以係突然又差得咁緊要，即係我咁諗，即係我哋估計唔到，我哋唔係直線下降到2047嘅，即係可能我哋依家2019，佢10年之後、15年之後咧，係好難有人可以講到點樣嘅，所以我哋即係尚存一個希望喺度，去到2047都好啦，即係係咪真係會一路咁衰得咁誇張，或者會唔會中間又收下？放下咧，咁就係我哋有一個即係堅持喺度先得咯。即係當然你依家你話有啲可能話移民啊咁樣，咁你第一你個個走唔曬，第二亦都唔係一個即係最理想嘅辦法。咁兩個都係即係希望大家唔好氣餒。有少少一個問題同埋請求啊 ，Martin 嘅，你可唔可以認認真真咁整本回憶錄啊？呢個好重要，我覺得呢個係呢、這個就係我呢個相信我即係、就是、對香港係好多人都好重要啊。係嘛？即係好多事件，我諗你係第一身，或者係好，即係冇你就冇人講噶啦啲嘢真係。你80歲啦，咁就係啦，即係要好認真咁樣啦，係啦，即係。多謝。好，我哋將時間交俾 Martin， 你慢慢講。其實。恐懼是不是只是我們香港人恐懼呢？你那個領導人和他的領導班子是不是恐懼呢？有哪一個國家的執政黨那些高官們是會將自己的財產和那些家企人是放曬出去外國的呢？執政黨的人來的，是不是他連自己都不信自己的黨的，如果不是他們害怕，為什麼要七樣東西不讓人說，其中一樣就是不讓說黨的錯誤呢？如果不是繼續是有六四這個晚燭光晚會每年都搞，如果不是支聯會不繼續這樣搞，我相信大陸他那些黨的錯誤大陸的人是不知道的，已經不記得了。但就是因為香港每年都有這個六四燭光晚會，那他領導人是很不 happy 地看著，那他才會說不讓人說黨的錯誤嘛，那就是六四他覺得是錯誤咯，是不是？那如果他們是怕的，那我們為什麼要怕呢？是如果你想著一年兩年會得的，我哋都講都話冇可能，但如果你睇翻世界發生嘅嘢，如果嗱你蘇聯可以倒嘅，那個東德同西德嗰個圍牆都可以打爛嘅。當嗰個圍牆未打爛先一個月，有冇人估到佢會發生咧？如果嗰陣時問你，問我哋啲德國裏邊啲人。喂，呢埲牆就嚟跌噶咯，佢哋一黐線嘅，係咪？世事就係咁樣啊嘛，大家都睇唔到前途係點樣樣嘅。只要
我哋係控制唔到我哋身邊啲人嘅，我哋控制唔到身邊啲人點樣睇嘅。你可以控制嘅就係自己。我哋嘅要求就係你自己控制到自己，令到自己唔好忘記，咁就已經係成功啦。如果你影響到隔離一個人，咁你更加成功啦。但只要你守住自己嗰關，你所做嘅嘢，我期望嘅就係咁多啫嘛，係咪？如果影響到好多人，咁你好嘢，值得慶祝。但一個都影響唔到，咁起碼你自己都堅持落去啦。我哋睇呢啲嘢冇理由睇到咁短視嘅。而家就好似一場跑馬，個馬照跑嘛。如果呢個係長途嘅馬賽，長途嘅，一開頭排第尾有咩緊要啫？成日贏都係尾嗰只，一開頭排第尾嗰只贏噶嘛。因為係長途噶嘛，係咪？大家都知道真理係喺邊邊，大家都知道邊個係啱，邊個係錯。其實他們已經在害怕了，經常都不肯平反，即是經常都不敢認錯咯。那最後我們實贏的民主，這個民主的潮流可以阻擋的嗎？阻不到的。我就算我們的偉大國家是全世界第尾個國家有民主，咁都係有民主啊，係咪？我諗唔到一個國家可以永遠都冇民主嘅，即係而家未有，將來都未有，冇咁快有，但係最終都係有噶嘛。咁即係我哋而家係喺贏嗰邊嘅，即係睇啲粵語殘片，石堅成日都好似贏實咁噶。去到最收尾嗰場輸一場啫嘛，係咪？咁但係我哋明知道我哋係黃飛鴻嗰邊噶嘛，咁一路俾人打都冇事噶，最終你知道佢贏噶，就係咁啫嘛，係咪？咁所以仲有一度就係、是、我哋點衰啊，都比內地啲朋友係好好多啊嘛，我哋唔好令佢哋失望。點解佢哋嚟啫？佢就係希望香港繼續搞六四。希望香港繼續爭取民主，咁佢哋只有個希望，亦即係話佢哋對自己個政權係冇希望，係希望我哋能夠令到佢哋內地嘅政權可以改變。咁我哋有呢個機會，點解唔用到盡啫？同埋贏啊嘛，最終一定贏嘅，咁都唔努力，咁都放棄，係咪？所以不是那麼淡的，只要我還可以爭取，還可以捱下去，還可以繼續打這場仗，最後我們一定贏的。所以不需要氣餒，不需要悲觀。為什麼要悲觀呢？既然他內地的執政黨都這麼害怕了，那我們需要這麼害怕呢？是不是？我哋从好的方面睇，但系要能够挨到落去嘅，最坏嘅打算我哋系挨到落去嘅，每一个人都挨到落去嘅。嗱，而家我哋系纪念咩呢？纪念三十年前喺北京同埋其他啲大城市啲年青人为争取民主、为反贪污。而付出他們生命的代價，這班人他們不知道會死嗎？仍然繼續衝過去。我最近有一個片段是加拿大一個記者拍的，現在最近才放出來，很得人驚的，很肉酸的，但是很令我感動。他就將個真相拍出來了，其中一度佢睇住啲學生衝上去，佢話冇可能嘅，
就衝上去了，他們就犧牲了。那我們現在就是記回這些東西，我們是怎麼可以忘記呢？如果身邊的人忘記了，我們沒有福的。不要為這樣而擔心而氣餒，就算他們忘記了，只要你不要忘記，最後就勝利。 Thank you。 好，多謝 Martin 今晚，也都多謝你過去這麼多年的努力。我幫 Martin 答你， Martin 手上其實有一本回憶錄的草稿的，所以呢我們給多些努力吹下他，見到他就餓下他呢可能很快我們有機會看到他的回憶錄出現，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實都很期待。今晚是很歷史性的一夜，我相信所有在座的朋友應該都知道，Martin 能夠來到我們中間，站在這裡80歲高齡跟我們談了三個小時，這個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慣了站在這裡大律師站在這裡就賺到錢的OK， 好，我們今晚到這裡，再一次多謝所有的朋友，多謝 David 啦，多謝 Vincent OK， 多謝心記拿些書來跟我們賣，如果想要書的朋友可以等陣去買書OK， 我們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大家繼續努力，多謝大家。